发委员会现在继续开会，我们下午议程是邀请文化部还有农委会专题报告如何解决新版文字法上路后所衍生之争议并被质询。那我们委员在来的途中，我们就节省时间，我们现在就先请杨市长进行专题报告，好不好？报告时间你自己拿捏，10分钟之内，好不好？谢谢市长，谢谢。好，主席、各委员、女士、先生，今天承蒙大院邀请，针对如何解决新版文字法上路后所衍生之争议，提出专题报告。我最后一个签。以下简单报告。新修订的文字法业经总统于民国105年7月27日发布施行。本次修正可以说是历次修正幅度最大，而影响层面最广的一次。这次修正的内容共11章113条，修正重点包括保障文化资产保存普遍平等之参与权，并扩大公民参与程序，透过学校教育体系来实施文化资产保存教育，明定原住民族文化资产特别办法，重视多元族群文化资产之保存，增加对于文化资产保存工作之奖励规定，并同时提高对破坏文化资产之处罚等。目前积极在进行的共有23项办法之修订，以及新订的12项办法，预定在106年1月27日完成公告作业程序。主要的内容我们简要报告有：第一个是扩大公民参与文化资产保存。明定了一般民众或团体亦可就各县市政府已指定登录之各类有形文化资产，直接向中央主管机关提报为国家级文化资产。另外，古迹于办理整体修复及再利用时，在整体修复及再利用过程中，我们必须分阶段举办说明会、公听会，相关资讯必须公开透明，并通知当地居民参与。另外，在强化列册追踪的功能上面，文字法里面有规定，主管机关应定期普查或接受个人团体提报具古迹、历史建筑、纪念建筑及聚落建筑群价值者之内容及范围，并依法定程序审查后列册追踪。依前项由个人团体提报者，主管机关应于6个月内办理审议。那么目前本部正在研议，虽然尚未完成，但已经积极在做的是各类文化资产列册追踪注意的事项，并将于后续提供各地方政府参考运用。以有形文化资产为例，应注意事项至少有5项，包括定期普查、审查程序、列册追踪方式、列册后审议以及列册后指定登录等工作。另外，在文资审议会之旁听与回避的原则，我们也在修法中间明定。尤其是现在还没有完成，但是已经在积极作业的是，我们会参考环保署与内政部的做法，订定一般文化资产委员会审议的旁听规定。我们现在的基本方向是这样子：第一，就可能形成公共议题之文资审议案件，得开放一般民众团体申请旁听；第二，明定旁听人员应遵守的相关事项；第三，与审议委员进行讨论时，我们会要求旁听人员离席，以避免影响审议委员之讨论与决议。另外，在原住民族文化资产的特别处理方面，我们将会未来另行订定原住民族资产文化资产处理办法，据以执行原住民族文化资产的保存工作。第五，50年以上的公有建造物的处理，在新法的第15条明定公有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群自建筑物与建完竣工于50年者，应该所有或管理机关于处分前，应先由主管机关进行文化资产价值评估。那么我们有相关的程序建议。
第六，公有文化资产的无偿拨用，现在也很清楚的订定原则是，各级机关政府因公务或公有所需的公有不动产，依土地法第26条或国有财产法第38条的申办拨用时，以无偿为原则。那虽然这个本法赋予无偿拨用的法律依据，但是它的拨用程序，另外我们应该要依国有财产法相关规定来办理。那么在暂定文化资产的处理方面，我们依暂定古迹、暂定史迹、暂定文化景观、暂定自然地景、暂定自然物、自然纪念物等等有相关的规定。但尤其特别的重点是，在未进入审议程序前，遇有紧急状况时，主管机关得尽列为暂定古迹，以加强保护之。第八，增加奖励。那么我们现在处理的原则有包括：一、私有建历史建筑、纪念建筑、聚落建筑群、史迹、文化景观及其所定着之土地，得在50%范围内减征房屋税及地价税。私有古迹、历史建筑等等，因继承而遗传者，免征遗产税。出资赞助，这些古迹修护者可以有列举扣除或列举为当年年度费用的税法减免，不受金额的限制。另外，自然人、法人、团体及机构承租并出资修复公有古迹等等，其减免之金额，以主管机关依其管理维护情况定期检讨核定。第九，提高破坏文化资产的罚则。我们已经普遍提高对违法或破坏文化资产行为人之罚则，并以刑事法跟行政法的方式来处理。简单的报告，本部于文字法修正施行后，已经透过了实体的课程、数位网路及出版品等方式，积极办理新法的宣导工作。而从这个月开始，事实上11月7号在台中已经展开了，我们全国北中南东分区会办理新修正文字法说明的座谈会，另制作新修正文字法网路的懒人包，借由网路方式宣导，出版新修正文字法重点说明择页，出版文字法令的汇编等书面资料，以供各界参考运用。不过，我们必须承认，本次修法是历次修正幅度最大的，影响层面最广的一次，所以在实务执行上难免碰到相关的疑义。文化部后续将积极协助各县市政府处理文资保存的相关问题，使我国文资保存工作得以更加落实。仅此报告，谢谢。好，谢谢次长。我们林务局局长要报告吗？好，请局长。好，时间您安排。好。主席、各位委员、各位女士先生。贵委员会全体委员会决议，今天邀请文化部长还有行政院农业委员会的首长专题报告，如何解决新版文字法上路后所衍生的争议案，请代表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就涉及自然地景、自然纪念物的部分提出报告。有关新版文字法自然地景跟自然纪念物的部分，农委会所主管的是第6章自然地景跟自然纪念物。那在这次修法之后新增的部分呢，在自然地景的部分呢，是除了原本的自然保留区之外，那新增了地质公园。那在自然纪念物呢，除了原本的珍贵稀有植物与矿物之外呢，新增了特殊的地形跟地质的现象。那在修法完成之后，因为相关的执法目前正在进行修订，所以目前的这个管理保存的情况还是原有的自然保留区总共有22处，其中有19处是国定，直辖市定的有1处，那县定的有2处，
那另外呢，有五种珍贵稀有的植物，这个部分都是国定。好，那其余在这次修法新增的这个类别，在执法完成修正之后，就可以来陆续进行指定公告。那另外呢，在自然保留区的保存部分呢，除了位于农委会林务局所辖管的国有林班地之外呢，还有各县市政府，那以及本会的林业试验所，以及退辅会的森林保育处啊，都有一些自然保留区来进行管理维护。那另外呢，有关自然纪念物的珍贵稀有植物五种，那在野外的情况全部都是在农委会林务局所属的国有林班地的范围，那也是由农委会林务局来负责管理维护。有关地质公园的部分呢，虽然还没有进行这个指定，那但是农委会林务局在民国100年开始的时候已经推动了四处地质公园的示范区，包含云林草岭的地质公园、澎湖海洋地质公园、高雄燕巢泥岩二地地质公园，还有台东立即泥岩二地地质公园。那另外在交通部的观光局的风景区管理处也陆陆续续推动了 野柳地质公园、马祖地质公园、鼻头龙洞地质公园、东海岸小野柳地质公园等四处的示范区。那本会林务局呢，在之前也已经组成了台湾地质公园网络，提供各个地质公园还有相关的在地社区居民进行定期的交流跟学习，那而且可以分享自主推动地质公园的成果。那未来农委会将会在持续的跟地方政府还有交通部的观光局合作，那在这个将这些地质公园的示范区重新检讨之后啊，那可以进行指定的公告，那当然也会接受新的地质公园的申请加入。那目前农委会正在跟文化部合力办理文资法施行细则、自然地景的跟自然纪念物的指定废止办法，还有行政院农业委员会自然地景审议委员会的设置要点，这些相关执法的修订。那在新版的文资法修正施行之后呢，在农委会所主管的自然地景还有自然纪念物的保存维护，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衍生相关的这个争议。那农委会也会在各个执法的修法期间会跟各个地方主管机关密切的沟通，我们希望在未来的这个自然地景还有自然纪念物的指定跟保存维护工作上面能够更顺利的来推动。那以上报告进行各位委员先进女士先生不吝指教，谢谢。谢谢林务局林华庆局长。我们现在开始质询哦，10+2吗？需要那么长？还8+2？8+2。好，好，那就我们就8+2。你说要我讲半小时？好，好，裁定你3分钟。列席委员8分钟。好，那我们本会委员8+2。好，必要时主席会斟酌调整。好，我们现在请黄国书委员，好，谢谢。放完登记截止时间。放完登记截止时间下午2点半。要两年。好，谢谢主席，请杨次长。委员好，大家好，局长好。这个新的文资法7月修正通过了嘛？是。那我们终于有这个缩帖出来了。是。啊，千呼万唤始出来了哈。现在这个样子了哈。文资法它最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要保存我们台湾的重要的文化资产。那这文化资产有非常多的项目啊。那当然，如果有活化的计划，那更好啊。是。这个文资法当然是给了我们从事文资保存的一个重要的新的武器，这里有非常多的武器啊。是，过去我们没有武器啊，武器不够啊。过去在更早之前没有文资法的时候，是一个武器都没有。那现在我们给了这个新的文资法，用比较精良的武器了啦。好，现在问题来了哈。好，那如果要作战的话，我们这个部队啊，还是跟以前一样。在地方啊，其实就是用一个连的兵力而已啦。
真的。你给他新的武器，给他买那么多的武器，要出去作战，哇，糟糕了，还是一个连的兵力。你不要说弄一个师的兵力，你好歹也变成一个营的兵力吧。啊，我们来检讨一下啊，我们的文资局啊，文资局过去大概就是文资保存的执行的单位，是最重要的执行，最重要的。那我觉得我们面临新的文资法修正，面临新的台湾的文资保存的重大的使命啊，因为过去他可能没有文资身份，可是经过一段时间了，他越来越有丰富的文资的价值了啊。所以我认为我们各级的政府机关都应该来正视这个问题啊。好，那过去我们是文资局，只是一个执行的单位啊。我们现在可不可能来思考，在文化部的组织改造里头赋予文资局更大的功能、更大的政策的责任？可不可能把文资局有机会变成文资署？文化部有没有这个想法？报告委员啊，各种可能提升文资局的功能，然后对文资保存有贡献的方向，我们都愿意认真思考。不过因为这个涉及到各部会组织的改造，恐怕是行政院的层次，不过文化部一定会积极反应。好，那你们的立场呢？我们的立场就刚刚我说的，就是扩大文资局的功能啊，增加它的动能。不不，你这样讲就是没一个机械。来来，施国龙来，你来讲来，施局长，来，这样我这样问你了，局长，施局长，你想不想当施署长了？不，这样问啦，不讲讲的呀。跟我们报告，很抱歉哈，这实际上。我们文资局每个月的公文量都超过2500件呐、啊，当然了、啊，每个月可以说是文化部里各个部门里最多的。当然啊，我知道啊。那第二，以做不完啊。现在这个功能上，我们文资局如果正式编制的话，差不多118位了。那实际上能量是还不够，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每位同仁都非常辛苦。那实际上我们从前几年那当时在上几任的会议的时候，有考虑到说那个文化部的组织，包括影视司、影视局是不是合起来？那个文资局是不是提个全面性的来调整了？是，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拟了一个缩帖了，我们也朝这个方向，就是文资署，但是也希望到时候也立法院看能不能支持。你看我配合的多好，我自己也提了文化部组织法的修正案了，已经提了。啊、哦，现在已经在啊、应该在一读了啊、哦。是。但是我们希望跟文化部，甚至跟行政院，我们一起来思考现在整个文化部所面临的新的情势跟挑战，我们可能要先做组织相关的再造，承担更大的责任，因为要赋予你们更多的功能嘛。所以局长，你也同意未来文资局也应该提升变成文资署吧，你也同意这个想法吧？是的，但是有必要，有必要吧？好，很好，这个有共识。是。好，再来，文资法通过以后哈，其实我们还是发现到处都有文资被破坏的案例啦。是。不要说更早之前的了，我讲昨天就好了，昨天就有了啦哈。在桃园有一个元芳医院，这个在日治时代的建筑了哈，少说大概70-80年啊，然后被漆成蓝色啊，大家觉得哎、欸，这怎么把它弄成这样啊？但问题是，第一个他没有文资的身份，他没有，啊，然后政府单位也很难处理啊。那新的文字法上路以后，其实是这样子啊，历史建筑啊，他在登录之前，他只要公有建筑它50年以上啊，你如果要去处理它啊，你是要拆除或重建，你可能要先从事文资的评估嘛。好，它又不是公有建筑，对，它甚至还没列册，它也还没列册嘛。所以我现在要拜托你们的，就是说针对这几个个案，我们可以做的就是针对50年以上的建筑，
包括公有跟私有，其实我们都要有一定的普查。那我是不晓得这一栋建筑有没有在你们的普查列册范围嘛？没有嘛？哦，还没有。对，再来，台铁的台北郑州路的宿舍群被放火烧掉了，这昨天发生了。你看，他这个宿舍也还没有登录为历史建筑，所以他也没有文字的身份。但是他旁边有了。他旁边那个是有的，他如果是一个聚落的概念的话，其实他这样放火烧掉，就有文资法触法的问题了，就可以有法则了。所以我现在要提的就是说，土法不足以自行，是还不够，是还不够了。所以我们可能需要思考更多更多，在法以外，包括组织编制，包括人力的扩充啊。这个可能都要一并来思考。好，再来，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新的文资法其实提高了法则，是这个新的文资法很重要的精神。当然类别的分类啊，比过去又跨了一大步，这个也是。我想请问一下，新的文资法上路以后，我们有针对所有违反文资法的案例有开罚过吗？有没有？有吗？我记得他们有跟我报五件，还是就是七月一号明定，七月一号到现在，对对对，有处罚过几件？有，如果我记忆没错的话，个位数字了，个位数字。对，但是有的确 有一些了，哈。当然我也不会从量来跟你们检讨这个问题了。有几个？我再举个例子了，四件了，行政法、财法有五件，那刑事处罚有四件，啊 ，OK， 还是很少的案例了，真的哈、哦。但我不是说一定要限制你们要多少量哈、哦，不是用这样的角度了，而是说我们真的再来检视一下，新的文字法上路以后了、哦、是不是够用啊？哦8月5号，台北市前南菜园就是宿舍群就被烧毁了，处罚了没有？再来，上个月这个市殿古迹，这朝陵古道非常重要的虎字碑，我们很多人都经过那里哦。这么重要的一个古迹，市殿古迹虎字碑被毁损成这个样子，凶手找到了没有？报告，这个剪掉。单位已经介入调查了，但是现在还没有嘛，凶手也还没找到嘛。好，再来啊。10月27，这前几天而已，在桃园的，在龟仑岭啊、哦、铁道遗迹被堆了一大堆垃圾。好，怎么处理？你们会对公路总局开罚吗？这样子，管理单位是他们。对，而且这有时候也是地方政府的第一层职权啦，那我们会跟地方政府再积极的沟通。好、嗯，跟地方政府沟通是一个多重要的事情啊，对不对？对。七月到现在，我们有针对新的文资法跟地方的文资管理机关文化局有开过任何相关的研讨会议吗？现在没有。十一月才要开始。七号开始。从11月7号才要开始，可是从今年的七月到。现在这一段时间，地方的文化局啊都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呢，我该怎么办呢？有很多的争议啊，我到底要用新的文资法还是旧的文资法？那新的文资法它的精神是什么？地方的文化局现在都还在请教，都还在了解当中啊。那这一段时间，其实我们面临很多的争议的事情啊。竹山的那个防空壕到现在也还没有文资身份嘛？对。对不对？这陈元胜主席很清楚了、哦、对，新竹的石板路啊，噗，被拆掉了。这个，因为他也没有文字身份啊。对，如果按照新的文字法，我们的角度，太可惜了，那真的太可惜了。所以在这里啊、哦，我要请啊、哦、文字局尽速的、非常详细的跟地方的文化局好好讨论，让他们理解新的文字法相关的啊、它法律面的精神是什么。然后我们也去考虑啊、哦。地方上的文化资产的管理单位层级太低了，二级机关那没有办法，但是那人员太少了。以台中市为例，我常常处理台中市的，他们的整个文资处啊才30个人，要掌管多少啊？要掌管
170处的古迹历史建筑，还要再处理列册追踪有300多处，人力太少了，所以这个给你们参考，是增加兵马人力，好，不然的话我们光靠这个法每天还会有层出不穷的啊，这些文字被破坏的案例，好，以上跟你们建议，好，我们一起加油，好，谢谢，谢谢，好，好，谢谢准署长，好，谢谢。准署长啊，准哦，来，你们，你没听到，好，我们现在请高金委员，好，谢谢。好，谢谢主席，有请那个次长。哎，杨次长，请。次长，你对原住民的事务了解多少？我们尽力了解。尽力了解，啊、所以待会要回答，您就在旁边好了哈、啊。可能那个司局长可能会了解一些。我现在有几个数据想让你们看一下。好。好，从2010年到11月底为止啊，当时是有14个原住民族群，当时还不包括所谓的拉鲁哇，还有卡纳卡纳夫，这是2014年才成立的。我们来看一下哈，当时的文件会全面普查之后，他推荐保存的有形文化资产有127处。原住民的无形的文化资产有27处，那么当时的文资总处呢，也把原住民的文化资产的潜力点、推荐的名单函送给各县市政府的文化单位，请各级政府着手开始汇整资料，提报相关的调查研究计划，然后进行所谓的候选文资项目的指定、登录、准备作业。好，经我们中央跟地方政府指定登录的有形文化资产、古迹、历史建筑、聚落、文化景点，以及各族的无形文化资产的项目，原住民的有形文化资产部分，国定古迹只有1处，历史建筑9处，聚落1处，文化景观3处，考古遗址1处，原住民的无形文化资产只有14件。文件会推荐保存的有形文化资产有127件，无形文化资产有27件。可是，在地方政府，它登录的只有有形文化资产只有15件，无形的文化资产只有14件。我们看这样子的数据的说明了什么呢？文件会跟地方政府的作业系统是没有办法连接的。次长，您看到这个荒谬了哈。那个局长你也看到了吧？好，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个数据。从2010年到2013年，我们的文化部的文资局，你们统计了增加了多少？我以这个有形文化资产来说，经过指定登录以后公告的文化资产数量，看一下简报。2010年国定古迹1件，2013年2件，历史建筑9件，然后2013年14件，聚落1件。2013年也只有1件，文化景观3件，然后20135件，考古遗址1件，然后20131件，所以有增加的，也是只有我们的国定古迹，然后历史建筑以及文化景观、考古遗址，什么没有增加呢？聚落，你知道这问题发生在哪里吗，次长？是，请说。好，你不知道没关系。好，你不知道的话，本席就告诉你。那个局长，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这个，因为聚落是要召开公听会，然后要有部落的居住在这聚落的部落人同意，才可以把它。还有呢，是不是要经过地方政府？是是。好，有非常多的地方政府，事实上是不愿意提供的。我相信局长你也清楚知道吧，所以次长这问题很严重。我以为今天部长会来，我们好不容易这个文字法通过了。那么我来看一下哈，在报告书里面的第二点，你们有说要强化列册追踪的功能嘛哈？你们也会提供给地方政府参考运用，以有形的文化资产为例，你们有几个部分？第一，你要定期的普查，至少5年要办一次的普查为原则，对不对？第二个是审查的程序，你会办理现场的勘查或访查，你会邀集专家学者协助
专业的意见。第三个，你要列册追踪，列管追踪计划包含了现况的记录、都市计划分区的套叠、基地以及周边的潜在开发行为的说明，以及访查检视重点，并且要定期办理现况的访视。第四，你要列册后审议。那么列册追踪后六个月内提送文化资产审议会检视，由我们的审议会做后续的评估。是。第五个，再来列册后指定登录。如果有遇到营建工程或开发行为或其他危机以及保存的情势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处理？好，这些将提供给地方政府参考运用。本期要讲的参考运用，参考运用这四个字是不是就指地方政府也可以不用按照文化部这样的方式呢？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应该是这样的。如果地方政府他是按照自己的作业方式，本席就要请问次长跟那个局长，有没有任何的机制我们可以督导地方政府来落实如何保存文化资产？我们主管机关可以介入。是是是。啊，中央主管机关可以介入的。怎么介入法？因为你这边只有说各地方你可以参考运用我刚刚所列的这 几个方式啊。是，可是你说的是参考运用。文字法的规定。如果他不参考，不按照这个方式，我们有什么法则或者是监督任何机制来要求地方政府落实吗？请次长。就是说基本上就行政分层负责的原则哈，如果地方政府不按照文资法不按照行政规定来做的话，我们会有行政介入的。如何行政介入法？就是我们要纠正他吧。是啊，第一个怎么纠正？如果不配合的话，补助款就不补助了。等讲清楚，要因为今天这个话出去的话 ，FB 很快啊，而且我现在是立即播出去的。你要让各个地方的那个文化局清楚知道，如果不按照这个方式的话，我们文化部、我们的文资局，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地方政府按照这个方式去做？报告委员，我就清楚的回答。好，一般来说，谢谢。行政机关有两项，一个是萝卜，一个是棒子。好，那个萝卜就是说我们因为有补助款，所以补助款的多寡跟它配合度是相关的。好，请问一下，我们的补助款地方政府要不要有配合款？要。好，问题就在这里了。次长，你清不清楚知道，我如果做县长的话，我会把资源放到哪里去？放人多的地方。于是乎，你看到刚刚我说的这些数据，非常清楚的、明显的知道，都是在原住民地区，因为原住民地区的选举人口数没有办法影响一个县市长的产生。这个问题在很久以前我都讨论过了。所以，当我们要有地方政府配合款的时候，人数最少的偏乡跟原住民地区，它就是被牺牲的。市长，你看到了这个问题没有？是。刚刚的数据足以告诉你为什么原乡地区，照理说原住民在这块土地是土生土长的，我们的历史建物、我们的文化其实是比你们还多的。那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数据出现呢？很明显，所谓的民主制度，把所谓的原住民的那个中华民国台湾的主人的这些东西忽略掉了。你同意吗，市长？报告委员啊，这个我所以我希望监督地方政府落实我们政策的机制是能够出来的，而不能够由地方政府摆布。次长还有那个局长，你们听到了吧？听到了。你刚告诉我一个萝卜一个棒子，然后呢讲到最后又说我们要出这些钱啊，但是地方政府要配合款啊。如果他不愿意出配合款的话，我们当然在中央看不到这些数据啊。是，局长，你同意我的说法吧？是。所以我们在中央看到的都是地方政府报上来的。当地方政府不愿意出配合款，在人数最少的地区、原乡地区、偏乡地区，我们中央就无法发现这些。所以是不是要有另外一个机制？还好，我们现在看到了，就是说，依照文资法的第十三条，文化部跟原民会，你们要订定原住民族文化资产处理的办法。就是要立定办法。请问这个什么时候出来办法？我们现在正在研拟啊，什么时候出来？我说明一下，请局长说明。实际上，准司长、准署长不是包委员。实际上，我们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化资产的特别办法，本来今天下午要开第二次会议。是。
那因为为了这个，所以我们延后了。那我们预定在这个元月二十七号之前一定会完成。1月27号之前一定会完成。好，这个办法出来，你们有没有会同？今天你们知道为什么会请农委会的林务局来吗？有。那你们有没有会同他？有。好，请问一下这个林务局的局长。好像副局长有参加、啊。我很高兴。今天终于谈到文化的部分，我们会邀请农委会的相关的人出席。为什么我要这么说？原住民地区绝大部分在林务局、国家公园的手上，最一大半土地。以前林务局跟原住民地区简直就是一个对立的。我想请问局长，你是新任的，我也清楚知道您的背景跟文化是有息息相关的。请问一下局长，未来对于林务局跟原住民的文化资产也好，或者是历史遗址也好，你要怎么处理？你有什么想法？你不要忘记哦，前一段时间我们有一个老师教授，对，他才过世。他在过世之前，他提了他语重心长最想要做的一件事情。孤子伦，对，这个遗址的保存，对，我们已经在进行，而且我们南投林台东林区管理处，我已经请同仁过去进去勘察，还有屏东的清水步道、清水营步道，那个部分没有忘记。那个因为乡长后续还没有来跟我们讲。好的，所以局长，你可不可以花一点点时间告诉我们，你们要如何跟原民会、跟我们的文资局配合，未来的走向，还是你做你的，他们做他们的？不会，在刚刚那个司局长所提到的原住民文化资产处理办法，我们已经是一起开过会。你们有一起开过会吗？我们也已经把这个具有重要信仰或精神价值之自然圣地，我们会放进来。还有历史，不要忘记原住民的林务局的道路跟日本的殖民政权有非常多的历史遗址，还有非常多的血泪史，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出来的。您同意可以吧？绝对支持，谢谢。好，我希望今天我们在这边开完这个会议之后，会对原住民地区的不管是无形的、有形的资产，包括历史的资产，都会在我们这一次的讨论之后，慢慢的数字往上增进，可以吗？当然，谢谢。好，接着我们请李立芬委员。主席好，麻烦请杨次长。次长先。李委员。次长好。你好。我们知道这次七月上路的新修正的文化资产保存法，真的是修正的幅度是确实是蛮大的哈。所以整个修正这个新法要上路，确实有很多的准备工作要做的。就我所知，你们因为这样的一个修正，你们有很多的执法必须来制定嘛？是不是总共有36个办法要修订？是。嘿，那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哦，所以想请问次长，目前修订的进度如何？有多少办法已经完成了？如果修订跟新订的办法，恐怕都正在作业中。都在作业中。都在作业中。好，那我记得郑部长好像有承诺说，要在明年1月27号前要全部完成公告嘛？没错。所以会如期完成吗？我们一定，就是这是部长公开的承诺，所以我们一定，我们拼命在做。好，OK， 好，谢谢哈。那其实在这边要提醒次长，就是说，因为过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争议哈，都是因为我们政府没有跟民间听取民间的意见，充分的沟通，所以引发一些民间团体跟专家学者的一些还是居民的一个抗议哈。那这次文资法好不容易等了10年才制定，然后也要。完成这么多的执法哈，那可是我目前就有听到一些民间团体跟我反映说，好像在这个制定过程当中，没有得到很多的一个咨询他们的意见，所以我不知道说目前这些执法的制定当中，我们有邀请民间团体还是一些重要的专家学者，还是等等的一起来一起研议吗？部分的民间团体不老实说，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制定的情况是有部分
开始有咨询跟沟通了，对，恐怕它的幅度还不够大，不过随着那个条文的具体化以后，我们一定会积极做这一部分，谢谢委员的提醒。好，就要麻烦次长，因为确实已经有团体来跟我反映了。 好，那再来呢，我是这当中我看到很多团体他们很关心的一个部分就是文资审议会议，好，这个部分其实是他们很关心的重点。好，那我看到我们今天的报告 也有写到说希望文资审议落实公民的参与，好，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在整个报告当中希望要去努力的一个目标。好，可是目前我看到你们在这边写的好像还是比较保守一点，跟民间的透明开放的想象好像有段差距哈。因为你们在这个文资审议委员会之旁听规定上面，你们是这样子写的，就是就可能形成公共议题之文资审议案件，得开放一般民众团体申请旁听。好，我们是用得哦，所以到底能不能开放？因为得就可以不用嘛，好，可以也可以不可以嘛？那你这样子开不开放？你的裁量标准是谁？由谁来做决定？报告委员啊，其实就立法的精神，应该要全部开放啊。是。对，那我们现在写得恐怕太保守了，我们自己再讨论一下。不过就。因为那时候审议的时候我也在场哦，听到那个所有的委员或者当时立法的精神其实是公开透明的意思，对对对，所以您的提醒我们在未来落实的时候这个资法我们会特别注意。好，那次长我这边也提那个台北市的经验给你们参考哈，因为我们台北市政府说他们文资审议他们从去年开始已经都全程开放旁听了哈，所以真的我们中央没有道理走得比地方还慢哈。那其实我这边也提一些例子给次长参考哈，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尤其是我们的新政府一上台，我们对一些公共性还是争议性的议题，其实我们都是走向开放透明哈，然后也开放旁听或是网络直播哈。那这个也是我们公民台湾的公民最常监督政府施政的一个方式的。那我这边就提举我们文化部，其实我们在这次公共电视董事的遴选会议，我们是不是有做网络直播？好，然后我们这次总统府的年金改革，其实也都是有网络直播的哈。所以其实我会认为哈，真的就是再提醒一下次长，我们真的应该不要写得了，应该是改成应，可以吗？好。这个报告委员哦，其实现在这个还在讨论过程中啦。其实我猜我们会写这么保守的原因之一是有些审议委员啊，他们有些迟疑啦。不过我相信公开透明开放的这个原则应该是不可逆转的啦。所以我不能把话说得太满，不过我报告委员就是文化部一定朝向委员建议的方向去努力。确实我有想到说会不会有一些是那个审议委员的一些顾虑哈，可是我觉得这个会反而会更明确，就是说当我们是写应的话，你来当审议委员你就会很清楚知道自己的角色，自己要负起的一个责任。是，可是当你写得的时候，那时候的空间就会变得很模糊哈，可能有一些委员他也不知道说哎，我来到这边其实都是要不要被旁听，要不要被监督的这件事情，所以我会觉得应其实是更明确的，让每一个来的委员其实都有这样一个心理的准备。好，那再来呢，你们的第三点也是一样，就是说在审议委员进行讨论时，我们旁听人员是要离开会场的。好，刚刚是说得申请旁听，好，然后在讨论的时候还要人家离开。那其实这个是跟我刚刚讲的，台北市政府是全程对。全程都开放了啦，好，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的部分确实要你们要再谨慎一点去讨论哈，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担心说在直接讨论的时候有旁听的人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议事的整个讨论的一个进行嘛，那其实我觉得现在的那个技术已经很
很发达了，因为我们可以用直播，我们可以在这边录影，可是隔壁好，例如说它开放另外一个空间好，那这当中也可以让我们公民团体也可以也可以做到监督，知道大家是怎么在发言的，可是也不会干扰到整个会议的进行。所以我要讲的是说方法很多，是好，那这个方法是大家可以去想出来的好，所以就是从申请旁听这个我建议就应该改音，然后整个讨论的过程我会希望是全程的一个开放好，那我希望说我们是往这个方向去做最后的那个的研议，是可以吗？委员的意见我们都听到了，然后我们会积极往这个方向研议。 好，谢谢次长。谢谢。那接下来可能要问一个是关于那个台湾戏剧中心，因为我知道说这个部分好像本委员会委员也还蛮关心这个问题的，然后这个也是之前有很多的一个讨论，然后我知道说郑部长之前有提到说艺文场馆没有政治剪彩的压力，要讲求如实的一个完工嘛，哈。那我这边要提到的是，因为在上周日的11月5号、6号，其实是我们的整个戏曲中心试营运的一个压轴节目，哈。那它是我们明华园的黄字团要在戏曲中心表演，然后戏目叫做《红扇子》，哈。那我为什么要提这个？就是因为有观众来跟我反映了，因为他本来是要在我们的大表演厅演出的嘛，可是是在10月31号才在网站上面公告说改场地，然后民众有取票的民众也在11月2日才紧急的收到电话通知，是说要改到户外去。是。那我想说这是一个很紧急的一个改变，那一定是我们的大表演厅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所以移到外面去做表演了。我跟委员报告，这个实在是有，就我自己是因为工程人员的关系哦，就明确的报告，我自己认为是有公共安全的疑虑啊。是是，因为他现在的，我最近的一次去测试哈，他的灯在那个充电的时候还会有爆破的情形。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是完全不符合那个开放民众使用，用试营运的说法就让民众置于一个不算是完全安全保证的情况，所以这个非常遗憾。但是孰先孰后，我们的心中有一把尺，就公共安全一定是优先的。是，好，没错，我赞同安全是最优先的哈。可是因为这次这样子，其实造成了很多的一个困扰，包括我们看到这个表演团体，其实他们应该也是很临时的被通知嘛，好，那他们本来是一个室内的表演，改到室外，所以整个走位等等的，其实都变得非常的不是那么的顺畅，然后观众观赏的品质也不是那么的好。这个文化部要检讨。对对，所以我现在要请教次长，就是说，因为我看到我们的网站，其实接下来还是有很多的演出，甚至是收费的。是。那这个部分是都会在小表演厅，还是也有在大表演厅？报告委员啊，关于大表演厅的情况是大表演厅所有的工程跟环境还没有准备好啊，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要求戏曲中心对这个未来的所有演出做一个通盘的检讨。是。好，那该道歉就该道歉，可是不要再一波一波的做，要整体的做表演。所以明年的年度计划我们会尽快的公告。谢谢次长，就希望能够再督促我们的戏曲中心能够往更好的一个方向来发展。是。那最后对不起主席，能够只给我一两分钟，这是最后要给次长来看的一个新闻，这是最近我看到，就是日本明治神宫展览火灾有近烧死的一个5岁的男童。那他是一个展览，就是设计展览周，然后可是里面有一个大型木质作品，里面的因为它的灯泡的温度过高，然后就引起了燃烧，然后里面本来有一个5岁的男童就不幸就被烧死了哈。那我想说这是一个悲剧啦。那我在这边要提到这个新闻是要提醒次长，就是说其实我看到说我们目前很多的艺文设施，它常常就是创意先行，可是它有很多的部分它是忽略到儿童的安全的。好，那我这边也请次长看一下一些照片，包括说我们看到那个台中歌剧院有一些就变成是爬那个
爬去墙啊，还是灯火山口探险等等的，还是我之前六月去看我们高雄卫武营的，也看到有一些，哎，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创意，可是如果没有做好安全的措施，可能儿童就会不小心会受到一些伤害哈。所以我在这边我要请次长，就是说我们在对于这些表演的一个场地，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清查，看看说有没有哪些可能它是有危险的，那如果是对儿童有危险的话，我们应该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例如说这个地方我们能不能加强志工，好，志工的一个引导，还是说有一些可以符合这个设计的一些提醒或是标志哈，因为我真的不希望说，哎，真的如果发生一些不幸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再看到一排的红龙在那边围在那边也不好看哈，所以在这边就是希望我们次长是能够督促我们这些表演场厅，我们能够好好去做场地的检视。那其实不是儿童，还包括身障朋友，还包括老人，其实都有安全的一个需求。所以这部分是不是可以请次长你们可以能够去执行？好，报委员一定做，一定做通盘的检讨。好好，谢谢，谢谢次长。好，谢谢。我们接着请何新存委员。谢谢主席，大家午安。我们请次长。次长请。何委员好。次长好啊，对，是准署长哈、啊。今天大家都称你署长了，对不对？我们期待了哈、啊，祝福啊。我想请教一下，我一直以来都在关心我们的匠师传统技艺匠师的一个制度的问题哦。那我想次长不知道了不了解了，没关系，等一下我们这个局长可以也一起回答哦。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匠师的一个认证分级，现在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们已经有相关的作业要点了啊，就是依照那个。你们给我的资料是说，你们的依照你们审查的作业要点，到今年十月份有审查通过，并且公告340位这个传统的匠师嘛，对不对？对。那我另外又收到一份资料哦，在这个传统的匠师的认证分级制度的建立里面哦，那我得到的资料是总计应该要636个哦，我不知道这个数字的落差在哪里啦哦，没关系，这个我等一下可以提供给你，这也是你们提供给我的资料，我是不同时间点拿到的资料，去发现有不同的数字。好 ，anyway， 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传统匠师依照我们现在比较务实的态度来面对的话，通常都是年纪比较偏高。是。哦，从我自己得到的一个636个的这样子的一个数据里面哦，50岁以上的占了526个，50岁以下的才110个，所以就是1/6啊。是年轻的。年轻一点的。对。那1/5以上几乎都是年长者。是。所以我们都担心他的记忆的保存。没错。还有他的传承，而这个传承不是只有哎呀。盖走你啊嘞，还够经验嘞，是不是？所以我一直很努力的，也拜托要求文化部对这个我们台湾传统技艺的这些匠师的一个传承、人才的培育。我说真的哈，有点慢嘞，次长，是局长，真的我觉得好慢哦。你们现在的文资学院进行到什么程度？我记得、啊、在上一任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我几乎每年都会关心这个议题啦。你跟我讲说有文资学院的成立啦，有跟各大专院校相关学系的一个人才合作，人才培训的合作计划等等啦哦。那我给你一点点时间，局长来讲好了。跟委员报告哈，确实我们也觉得跟委员一样，也有点不满意啦。实际上应该要很不满意。实际上确实哈，这有关传统匠师这一部分，现在我们也发现这个年龄一直在偏高。那这一部分我们在审定的过程当中也发现，那所以我们现在就请了一个迎科大老师在帮我们做一个人力资源有关于传统匠师的这种能力分级这一部分。那我们可能要扩充到不是我们整定的那个340位，就像刚委员都提的600多位，那可能是还没有经过我们审定的
因为什么？我很纳闷，你们的这个虽然有一个审查的作业要点，是谁来审定？谁来审查？我们有一个游戏规则，有一个审定。是吗？我现在就没关系，你把游戏规则、你书面资料给我，我们再来检讨这个游戏规则到底适不适用。是是。我觉得这是重点。那为什么我们拿到的636个里面只有340位通过你们的审查，所以被国家认定他是一个传统匠师，而我拿到这一份资料也是你们文化部过去给我的。你知道吗，次长、局长，我们80岁以上的传统匠师啊，116个，在这600多个里面，他就116个，也是1/6以上都是被找回英雄啊，你知道？是啊。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传承的问题，还有保存的问题。所以第一个，刚刚局长给我的那一份图，当然我有了哈，但是我很纳闷了，因为那个图里面所谓的技术分级的认定，第一个我还是在强调谁来认定。第二个，你这个技术分级适不适用于我们现在所谓的传统匠师跟传统技艺的工作者？谁来做这个？对不对，局长？我跟委员报，实际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现在最近发生了一些彩绘的问题哈。是。那现在我们原则上，我们传统匠师这种彩绘是传统工法他会做的，但是现在学校已经在培养一些应用科学的方式做检定、做修复的那部分哦，它不是跟传统匠师走一个。养成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他们是不一样的，跟养成技术，他们完全是不一样的一个观点。目前我们面对这一个，所以我们面对这一部分的话，那未来我们在修彩绘的时候，怎么样就是取舍这两个，这目前也是我们在研究的部分。这样局长，我是建议了哈，所以你们请学者专家在做这个匠师的一个技术分级啊的认证制度啦。是，但是我光是看到这一套的所谓的技术分级啊，我会有点担心呐。你拿给次长看一下，这个到底是不是把那个劳动部的那个资讯局的那一套就搬过来？参考而已啊，没有。那可以适用在我们的这个传统匠师的这样的技艺的保存跟他的。报告委员哦，我觉得文化部在这个态度上应该要更开放一点啦。是啦，我会建议好不好？是。再给我一个检讨的一个书面报告好不好？我们再来好好的研议，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哦。是。那讲到这个，除了我们人才培训、经验的传承，重点是保存。嗯。次长，你知道？我们文资局的保存做得好不好？不是文资的保存，对不起，而是我刚刚讲的这个传统的一个技艺的一个，不管它是技术面，或者是它的所有的点点滴滴，能够保存下来。市长，你敢不敢去保存？我知道他们尽力在做了，是不是？尽力在做，市长，文化部要支持他们呐。是，尽力在做，我们从。那个文资局的网站上面，我都完全看不到你们保存的资料。来，我跟你说，你们有个文化资产保存技术保存传习及人才养成辅助办法，哦，这等哎，你们立了一个办法有啊？办法里面有告诉我们啊，第二条啊，为了要保存、要传习、要活用，经指定之保存技术，应由中央主管机关做成文字或影音记录，并建置资料库。是。法有了，可是实际上有没有做到？次长，你知道吗？我想哈，我们现在就是受于人力跟经费的关系了。不，我想这是既然是法定要做的事情，我们一定法定要做的，你们现在完全没有做啦。是，我们啊，从文资局的这个资料库啊，点进去啊，只出现了跳出来一项叫澎湖县的啦，然后再点要点进去看，说到底保存了什么东西，你们记录了什么东西？很抱歉，看不到，打不开。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去建置这个资料库，而你们给我的纸本的资料。光是无形的文化资产的保存啊，你们给我资料是列了33项，对不对？这是你们给我的啊。33项里面，我很想知道说你们到底有没有依法定的责任去做成文字或影音记录或建置它的资料库？保存记录我们都有。没有啊。等等，都传下。没有啊。是，没有啊。事实上，报委我们是有一些啦，我们在只有一些啦，那一些就只有跟你们要才看得到啦，也没有公开啊。
好，这是你们法定责任、欸。这个、上网跟公开这部分，我们一定补强，是不是？既然做了，因为要上网公开，要把这些东西可以让有心有意愿的人要来学习的也好，甚至被他引塞乎哎，买塞里才能帮你们寻找人才嘛，对不对？这个委员的指正，我们一定改正。是不是？这是我们的职责了。好吧，你给我的这33项里面呢、啊，我真的很佩服，有真的很蛮多是可以说是我们的国宝。可是有很多啊，在你们还没有保存，也没有任何记录之下，已经往生了，我都觉得很可惜哎、欸，我真的觉得很可惜，我们没有留下只字片语或是影音记录，有的话那请公开。是。请公开，我觉得那是一个传承，那也是一个记忆上未来，也许在这个阶段它断层了，可是也许会有更有心的人来恢复，来传承了这样的一个传统记忆，好不好？好，好，这第二个责无旁贷，责无旁贷、什么时候要做？啊，就立刻就做了，立刻就做啊！对，我们手上有的资料、即便是它不是完整的啊，我们都要。尽可能的公开是嘛、你不要跟我说人力不足，人力不足那就调整啊，是不是？经费不足，部里面要支持啊。是，我觉得这个既然是法定的责任，对，国家资料库，对不对？该建制资料库就该建制，该保存就该保存，该记录就记录，而且来。接着、你要建制资料库，要有东西嘛，你才能建制嘛，对不对？我希望文化部要支持文资局，把这些传统的这些无形的文化资产，这些记忆，能够以，当然啦，经费有限，我知道了，你一定会这样跟我讲了，但是我尽可能的，好不好？因为、今天不做，你明天会后悔，因为呢，这些匠师们，这些师傅们，这、一年一年的老化、很多都已经走了。所以我觉得不做我们会后悔。那在最重要的另外一个成果的展示，你们这也是你们法定责任。除了保存，除了记录，除了培训人才之外，这些成果的展示是让这些老师们跟这些愿意去传承经验的这些人才们，他们才会有所谓的一个说是个人成就感也好，或者是他对一个国家我们台湾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个责任也好，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文化部跟文资局要支持他们的，很多都是你们的法定责任。是我们文资法修法，我们很高兴，然后你们有办法我们很高兴，但是空有法空有办法并不足以真正的去保存了我们所有的文化资产，好不好？好，好，一起努力哦，谢谢。是，谢谢，是，谢谢委员。谢谢。我们接着请柯志温委员。是，谢谢主席。我们请杨次长。次长请。柯委员好。次长好，我看你站在这个地方啊，我现在不太想问你文字法，我很想问你这个美国川普几乎已经笃定要当选美国总统了，对，你外常常那个外交官，你答文字法答得卡卡的，好吧？先问你一下，那个川普或希拉蕊落选的话，谁会得救？鲍委员啊，这个问题应该由外交部来回答。我告诉你啦，希拉蕊或是川普落选谁得救？美国得救了，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部分。所以现在这个部分里面，我们来看一下啊，文资法就诚如您今天从头到尾就开始特别提到，文资法它是修法非常的多，而且它的影响力非常的大，但是呢，它到底给你们这么大的一个武器当中，到底有没有得到一个实质上面的一个利处啊？我们来看看，很多人都说，我们不要讲太久，8月4号，这个前南菜园日式宿舍被烧了，10月，刚刚有委员提到了东北的草岭古道。也烧了。8月24号呢，这个鹿港的凤山市大火也烧了。所以呢，每个人都会说，台湾的古迹啊，自然大法。部长，我们给你这么多，罚则也因此提高的非常的高。但是呢，我们面对古迹被烧毁，文化部难道没有一个中心的职责，可以好好来做好一个维护的工作吗？鲍委员啊，这个第一个是这件事情发生，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负面、很悲伤的事情，所以文化部最积极的做法，最近制定了2个办法，我们在讨论了。一个就是
文化资产的防灾跟预警的制度。我了解啊，问题是你看着嘛，我还是强调嘛，我们给你这么好的一个武器，但是你会发现该发生的事情还是不断的在发生。所以呢，这个部分里面呢，显然文化部呢，这个套用你们郑部长所提到的啦，给的这个法啊，都是空中楼阁啦，都是不好的啦。所以我还是觉得要强力的要求文化部，真的在这个防灾防火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很多人为的部分，因为他知道他快要变成古迹的，常常就是用人为方法把它放火给烧掉了。这个部分显然我们新法完了成之后，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这一点是第一个我要提出来的。第二个呢，我们再来问一下有关于这个高雄的这个太平商场，我想这个部分呢，有非常多人非常的关切，包括我们今天的招委陈招委，哎，你是不是要选高雄市长啊？你为什么这个太平商场对你这么严重？是不是让我们笑怀旧？怀旧对不对？我们两点半都还要坐在这个地方，好吧？我知道了，司马昭之心大家都知道了。好，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太平商场的这个层面过来啊。太平商场其实当初也问请就教于这个施局长啊，你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都认为它应该可以变成一个暂定的古迹。那我想暂定古迹在新法完成之后呢，暂定古迹它应该它的地位就是应该一般跟古迹差不多，它应该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点可以来好好做一些审查的工作。可是那个时候呢，施局长你的回应就是说，针对太平商场的部分呢，除非是只有在这个审查的程序上有一些的瑕疵，否则其他部分你们很困难去介入，因为你们只有在地方政府不介入的时候，文化部才会，是这样子吗？就现在新版文资法是这样，就是说有分层负责，所以地方政府在依法六个月之内的审议期间，我们其实要尊重地方政府的职权呢。那现在目前是下场是什么样？现在在诉愿期嘛。对。你会知道他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是非常多人用绝食的方法，他在很多认定的部分里面，所以呢问题很大。我们先跳过这边，我先来请教次长一个问题，这个有关这个部分，你觉得这下面这哪一个建筑物谁是属于具有文化保存的？立法院的康园，还有我们立法院的会议，还包括我们的青岛二馆，哪一个你认为具有文化资产的价值的？这个关于文化资产价值应该由那个没有，我说这四个我们一天到晚走路经过的，哪个具有文化资产价值的？可是我们恐怕不能用单一的指标来判断了，不过它应该有一个，这用年代来判断，每个都超过五十年了，所以这个在你们上面条文上面都已经被，没错吧，都已经变成具有潜力的文化资产了，连康园对。五十年的话，我们是有文资评价啊，但不一定就一定变成符合文资法规定的。对啊，所以这边就叫做具有文化潜力的这个资产。对，连我们的康园都是了，连我们的康园都是了。那我们再看看下面这个太平商场，目前为止呢，这么样具有一个古味的一个地方啊，在这个认定的部分呢，都还有一些的问题。目前都有个问题，如果用年代来去看，到底问题在什么地方？它现在碰到主要的问题就是我刚刚说的分层负责了，就是首先它要经过地方政府的文资审议。好了，这就来了，就要看地方诸侯的强势与否了。我们来看一下所谓的这个资格的审议，这里面的委员可以由他们自己来找，里面的流程可以由他们自己来制定。如果地方诸侯的势力够大，我敢问文化部敢招惹吗？这个报告委员啊，倒不是招惹不招惹的问题哦。我们在文字法里面也定了回避条款，所以有利益关系的，比如说地方那个审议委员的组成，我们都希望他符合专业跟公平的。你觉得他们现在有专业吗？里面还有学音乐的嘞。这个招委以太平商场而言呢，他里面的人员都还有学音乐的。那这个那是谁来认定他具不具专业？是不是地方政府来认定他能够不得到专业？现在是由地方政府。所以我说文化部的角色在哪里？那时候有多少人呼喊希望文化部能够介入？多少这些居民希望文化部能介入？可是文化部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所表现出来的态度，的确是相当转弯的。这点次长或是准署长同意吗？报告委员，我先说一句啊，就是文化部很关心这件事情啊。可是到根据文字法的分权负责的原则啊，我们现在介入恐怕在程序上是。所以你们就放任这个东西由地方政府来决定？那什么时候？那我不要你文化部到底是怎么样？来，我跟委员报告哈，实际上文字法它有分地方主管机关跟中央主管机关，那所有的指定程序动作都先由地方主管机关开始启动。那为了这个案，我们发了三个公文做行政指导，
第一个就是有关于文职工作室提的新市政，我们请他请要依照新市政来处理，高雄市也做了。好，第二个我们依十五条，他因为是公有的，那你要受法律处分或者受事实处分的时候，你要先评估他有没有价值，这边我们也做一个行政指导给他们，他们也做了。那自己做的过程的话，他们地方主管机关要负责任这部分，也就是说他们负责任。那在行政程序上，我想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行政指导，三个公文下去指导他了。然后他做的时候，如果说好，我现在只问一个，如果说地方政府的看，可以提诉愿。主要现在说目前在诉愿阶段嘛，所以我现在说文化部的中央部会里面，当你跟地方政府的看法有所不一样的时候，我们请问一下要听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新的法，新的法里面其实对这个东西所谓暂定古迹里面其实有更多的一个保护，包括目前为止在过去的很多很多像目前执政党的委员也针对这个部分也提出非常的多。我们只认为在这个以高雄太平商场而言，我觉得高雄市政府对于我们新法上的新的规定显然是比较漠视的一点的。局长，你有特别觉得怎么样吗？你还是不认为？我想他们还是有依照他们的程序来做。那唯一我们现在可以做就诉愿，据我们所知，我们文化部的诉愿委员会好像十二月初要开会，要来确定。现在是叫他们补资料过来，那我们在做一个所的行政诉愿的当中，我们也提醒他们说，如果不符的话，我们可以走诉愿。因为实际上我们真的是行政指导发了三个公文，请高雄市政府依新的文字法来处理。所以目前为止，你可以很笃定的告诉我们，在对于这个太平商场的部分，文化部的确有站在主管专责的一个角色上面，善尽一个监督，这点我们是可以放心的，是不是？是是。好，你要知道，像目前有非常多的居民都完全，因为他们现在目前很清楚知道市政府的态度，他们其实把很多的心力是放在文化部部分。我只是代他们祈愿，希望文化部能够站在这样一个保护文化资产的角度上面，能够给大家一个更公平的一个批判。他有来我们办公室，我们也指导他，希望你能够秉持这样的一个态度。最后我想利用最少时间，就是还是要就教育这个部分。我刚刚一开始就会提到有关于这个古迹失火的问题啊。其实呢，目前为止像在台南的部分里面，他们其实做了一个有关于自主性的防灾上面这个部分。其实呢，就是万一有任何的一个火苗或一个什么东西出现的话，其实警报器就会。我觉得目前为止很多的古迹，虽然说你放那个所谓的防火这个部分是不太好看，只有几百块钱，但是呢，很多人都还是不愿装置。现在目前为止有很多新式的一些的方式。是的，次长，你可不可以保证，就是说真的我们每一次看到这个古迹被火烧掉之后，那你们是不是可以能够善尽这样的一个责任，能够用不同的一个方法善定这个保管这个的方式，来给我们一个更稳确的一个答案，不要让我们这些古迹再被烧了，可以吗？报委员，就是关于防灾跟预警的设施，我们会优先补助。你们最这个新的预算的里面编了多少钱来补助这些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我们没有明确的，不过我想跟委员讲，就是在政策方向上，我们会优先来补助这个东西。我是个人觉得，台南它这个部分里面所用的自主性防灾的设备里面，像赤坎楼孔庙这个建制里面，或许你们应该好好的来去做一些的学习。我想这对我们未来的古迹的维护上面，其实比较具有一个科学性的防护的一个效果，可以吧？是，好，一定。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接着请高入委员。谢谢主席。主席，我们这次质询几分钟？八分。好好，谢谢。那请次长。委员好。次长您好，有关于新版的文资法，其实你们在这边的重点的说明也有提到跟多元文化有关哦。是，主要就是要另外去订定的，就是原住民族文化资产的处理办法。是，那根据你们的报告，其实要在这个明年的1月27号要完成法制作业，请问一下你们的进度是如何？现在就在作业中嘛。作业中。今天本来要召开第二次审议会。好，第二次。那初稿应该也差不多了吧？都有。已经有了，初稿已经有了。好，
那有关于原住民的这个原住民族的文化资产哦，其实上个月台大在原住民族的这个研究中心有举办一个论坛，他除了要讨论的是文物是否要返还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讨论的是如何让文物在文化的传承上产生一个更积极的意义，让这个文化跟历史可以继续传承下去。那请问一下请问一下次长，在这个草拟中的这个原住民族文化资产处理办法，有办法去积极达成这个目标吗？这个我还不知道，这个是我很清楚。对，好，这个我想可能连局长都还没听懂我说的话。他这个童老师哦，他在前天也写了一篇文章哦，从文物返还到返还文化，他提到就是透过这个文物以及这个有形的文化资产，重建维持无形文化资产，才能完成的重建一个文化的本身。对，好，那也因此在我们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办法里头有吗？没有。对，不过委员说的很好，因为部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连结与再现人民与土地的情感嘛。那文化部应该要积极做这件事情。我刚问了一下啊，恐怕委员的期待未必有落实。不过您提醒的时间很好，就是在这个时间里面，我想的确哦，因为现在在台湾哦，没有文物返还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哦。那到底要不要订法规？我想在学界跟这个文化部里面，文化部可能还不清楚，但是学界开始想要去讨论这个部分。其实文物的返还在国际上最近都非常的风行哦。从2002年、2000几年那时候，法国在讨论毛利族的这个酋长的头颅的这个事情哦，一直到前一阵子哦，就是夏威夷的这个文物回到夏威夷，就是库克船长他的这个羽毛头盔跟羽毛的这个斗篷哦。那每一次的返还的过程，它其实使得这个历史再回到这个原住民族跟这个原本的这个部族当中的记忆哦。那其实我这里要讨论的哈，在希望就是文资局文化部这边也可以去思考一件事。你们知道说我们原住民的文物流落在国外的有多少件吗？没有统计哈。可能没有统计哦，光是在这个天理大学里头哦，这里面就是台湾原住民的生活用具，包含织品哦，或者是包含这个目前跟台湾现在有14个族群里面相关的非常多，这里面一共有88件。哦，当然我不是要讨论就是说我们文化部要不要去跟这个天理大学要回，可是我们能不能去盘点我们到底有没有跟台湾在地、跟台湾本土或是跟台湾原住民族相关的文物在国外的地方，也许哪一天我们可以跟这个学校、跟这个博物馆能够共同的去做这样的一个交流。希望就是文化部这边能够去思考，就是我们去盘点到底有多少的文物是在国外的。好，有一天我们可能也需要走向这一条路，可是呢，我们有没有做好这个准备？好，再来就是有关于原住民文化资产的审议，本席认为应该要纳入部落族人的观点，才能正确的诠释文化资产的意义跟价值。那请问一下，这个办法里面关于审议会的组成是否能以原住民族为主？这个应该是以原住民族为主，然后我想我们在制定办法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公听跟咨询的过程，那么我们也希望部落的参与都希望有原住民族的参与。好，那局长你是否要回应的？我能说明一下，实际上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有两个案子，一个就是在现有审议委员会里面加原住民的专家学者，一个是由原民会专属一个原住民的审议委员会，后来我们还是采取这一个案子，是就是有特别针对原住民的一些文物的审议的时候，有特别一个审议委员会这样来处理。目前我们现在修的执法办法是朝这个方向来做的。好，那再接下来就是那文化部这里面有没有相对应的人才培训的机制呢？有关于文化的这个文化资产的审议。
是啊，有吗？我们文资局都有一支对文化资产审议这个东西做原住民的原住民族的这个部分。那我想我们以后会加强。好，OK。那再来就是有关于文资法的第15条，这里头规定就是超过50年的公有建造物跟附属设施在处分前，应该经文化资产的价值评估，没有错。可是呢，我们在报告里面有提到，50年以上的公有建造物在处分前要进行这个评估，但是最近被拆除的台北西站 B 一栋，它是在1953年启用，1966年在扩建成台湾第一座扇形停靠的月台，其实已经符合第15条的要件。请问一下部长，有做过文化资产价值评估吗？是什么时候？它有关于就是台北西站 B 栋。那这个台北市文资局有提到说104年曾经做过，可是文化资产 我跟文报告实际上是他们那个2年前就已经做一个审议的结果，是不具有文化资产价值的这部分，他们没有登录，是啊，所以说他们在拆的时候依照继承的这部分，实际上道理来说，如果在程序上，我是记得新文资法出来的时候，他应该还在做一次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还要再做文化资产价值评估程序，是不是？应该是要还是一定要必须要，我们必须要检视一下，到因为新法已经开始上路啦，那我们是不是要检视这个它有没有保存的必要，如何保存？保存活化，那这些老建筑如果拆了，我们也没有办法让它恢复啊。好，现在讲，现在十五条是针对公有的部分，那公有的部分就是管理机关要请主管机关，因为我要做法律处分，就是我要买卖或事实处分，就我要拆掉的时候，我要判断都已经超过50年的公有建物，那要经过主管机关来啊。现在问题就是管理机关跟主管机关它是同一个。那他们往往这些地方政府的主管机关认为说，他们之前做的问题是有关于像现在这种价值是吧？对，他们就一直沿用，他们认为它属于，它假设属于文化资产，地方政府如果没有做好，那请问一下文化部这边是不是基于就是你们的职责必须要给予指导跟监督？我们会做，会发公。好，同样的问题也是发生在台大医院的锅炉房，它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可是还是被台北市不小心拆掉了，因为它忘记列册管理。然后新竹市的保甲修炼所的宿舍9月也被拆掉，理由就是当时认为它不具文化资产的价值。那可是请问部长，一样的问题，103年的现刊可以当作今年的文化资产价值评估吗？我想那个新法上路了以后，我们应该多做教育跟沟通了。那么地方政府，尤其在您刚刚讲的几个例子，恐怕都是地方政府在审议上的疏漏啊。所以像关于这样的疏漏，我想我们文化部要善尽指导。对，的确，因为这样的疏漏不能变成地方政府顺理成章拆除的理由，是，好不好？是。好，再来就是回到文化资产价值评估的制度本身，既然文化部也肯认这个公民参与的精神，是不是也可以把民众知情参与的机制纳入？因为执法还没定嘛。是。好，现在正在研拟。因为文化资产它本身是具有公益性的、公共性的，每个人都有诠释的角度跟方法，所以呢，既然说我们必须肯认这个公民参与的机制，就应该要透过大家集思广益的方式，或许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所看不到的另外一种价值，让我们的文化资产有活化的可能性，而不是到最后只是沦为做一个咖啡厅的可能。是。好，那在这个部分希望就是文资局跟文化部这边都能够纳入，然后再来就是昨天下午中心医院对面的台铁旧宿舍又发生火灾哦。那台北市文化局他说他不是古迹，也不是历史建筑，对，好，不是嘛，是不是？可是请问部长，我们除了要求管理人加强这个管理维护，没有其他的手段可以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吗？现在虽然不是，可能未来就是啊。因为它还没有发生是被指定的历史建筑，对不对？它也还没有发生，它也没有列册，对，还没有列册。对，那我们如果经过这样的一次的盘点，它是不是就有可能列入这个古迹或是历史建筑呢？是，所以我想这样，就是文化部现在的态度应该是这样，就是
我们也主动，然后也鼓励地方政府更积极的盘点那个所有有潜力的历史建筑或者古迹。那我们另外要强化关于防灾跟预警的制度，让这样子令人难过的事情不要再发生。的确的确，因为我们希望我们成为一个文化的岛国啦，所以在这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希望就是文化部能够多出一点力。是，好，谢谢谢谢。好，我们接着请吴思瑶委员。好，谢谢主席。有请次长跟准署长。哎，这样叫一叫都变真的了。好，大家辛苦了哈，主席非常的认真，下午还排定这样一个专案报告，一起来关心因应我们文资法的修正之后，我们所有的配套，不管是中央地方的政府如何来协力。其实今天最 hot 的新闻是，川普都要当选美国总统了，全世界都要大地震了。但事实上，就文资法这样一个大幅度的修法，这样一个进步性前瞻的修法，在第一线执法进行文化资产保护的地方政府，其实从我们修法完成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人仰马翻，就已经大地震了。那个效应就像川普当选一样，大家爱开始想尽办法如何来因应这个新的状况，新生事物，而这是一个非常多我们应该勇敢去面对的真相。是，所以我今天要替地方政府请命，我过去来自地方议会，所以文资立新法，地方喊救命，中央听到了吗？台湾做好准备了吗？下一页。其实依惯例，这么多的委员，我想每一个委员今天质询正向质询台都会告诉你，就算文资法修正了之后，但是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已经是文资的，一样是暗夜的一把火烧掉。更何况刚刚高路委员讲到的这个台铁旧宿舍，即便它是隔了一条街，它并还不被列为文资，但是它也是被烧掉。那本席也是一样，我今天再补充给你三个案例，你们也去看看怎么来协助调查这些肇事的原因，找出肇事者，然后可以依我们的新法，要开罚就开罚，不管是刑责或者是罚锾。你看，我跟您提供的是彰化县鹿港的限定古迹凤山寺，在今年8月24号全面烧毁。我再提供给你一个讯息，在台北市历史建筑前南菜园日式宿舍群，在今年8月4号也烧光光。我再提供给您一个，我的故乡台南市下营区下营区宅内里的曾家古厝，它也是文资，在今年7月25号也都惨遭祝融。每一个委员随便站上质询台，都可以告诉你有这么多件。是。那即便如此，那我们立了新法又如何？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应该去想尽办法来克服的，如何预防古迹文资被伤害。好，我就点到为止。每个委员都告诉你几个案子要关心，我再告诉你多加三个案子你要去关心，被破坏了怎么办？来，下一页。是。我们来看看地方政府如何的喊救命，如何的苦哀哀。业务量是倍增的，因应修法。目前我手上的资料，全台湾不管是有形的无形的文化资产有2701个要被纳管，这还不含我们新法当中规范要列册追踪的具潜力文资。是，以本席的选区台北市第一名，421处或421项，怎么办？下一个，人力匮乏。以本席的选区台北市来讲，台北市已经是人力最丰厚、资源最充足的。台北市文化局的文资科只有编制员额19位，实际在进行文资保存业务只有13位，平均每一个同仁要负责32处或32项的有形无形文资。台北市都这样吃紧了，其他县市怎么办？下一页，我在以钱，没钱万万不能，真的在文字保存这个项目上，
我再以本席的台北市，钱最多的台北市，它整体的年度预算，文化局的预算只有39亿，占所有台北市预算的2.26%，而当中文资科的业务只有8000万。换言之，421处的文资要处理，平均一处不到20万，只有19万要去 cover。我用最粗的粗估来算，没钱、没人、没资源怎么办？莫怪地方的爱被救不啊！我们中央为了修法拍拍手，我们中央这是一个进步性的修法，我们享有修法的成果，甜美的果实。可是这个苦果、这个恶果，我们不能坐视不管，让地方来承担。来下一页。我调阅出来，今年我们这个施局长，我们的文化部的文化资产的业务预算是大幅增加13亿，没有错吗？是不是因应我们大幅增加的预算，可以大方用来补助地方进行文化资产的保护？我不晓得你的预算里头补助款，我看到是总项目啊。您看看这几年来，我盘点出2011年中央补助各地方政府进行文资保护是3亿，2012年3.01亿，2013年3.84亿，2014年3.87亿，有成长，但每年都成长个一两百万，这样子的成长等于没有成长。新法上路之后，2016进入2017，我们绝对要大力的来补助地方，在这个关键的一个大限年限过渡的时期。是，我不晓得次长您回应一下。既然我们中央文化部的文化资产科的业务、文化资产局的业务是增加的，可不可以大力来补助地方？是。报告委员啊，您关心的很明确，然后因为郑部长也争取到立法院支持的话，有明年的预算会增加嘛，是，所以照我们的估算跟我们的期望，2017年应该相对于2016年在地方补助文资保护会倍增吗？增加3亿，增加3亿，至少3亿，目前你们做的是增加3亿，我们的规划好，增加3亿，谢谢。但是可能还是不够的，不够了，对了，可能还是不够的。可是相还是要有很多的行政作为来协力地方政府。我谢谢，至少有3亿的增加，很好，我要到你这个正面的答案。是，好，下一页。我刚刚告诉你的都是问题，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建议你一些，我也告诉你现在地方政府面对的课题。第一个，当然业务倍增，人力不足。除了他必须针对潜在文资办理事项重新来做很多的指定登录，还包括50年以上的重新再做指定，包括列册的6个月就要送文资审议，类别更多，分工更细。而在文化资产管理维护计划咨询跟修复再利用的部分，也会有更 double double 的业务在地方政府的身上，包括更公开透明的公民参与机制，地方政府也人仰马翻，这是第一个困难。第二个，下一页，第二个困境，这个一定要处理。111条的新法，其实这个我也要自我检讨了。我们当初认为用一年的时间要求地方政府在新法上路之后，在一年内的时间去检讨现在的文资类别的重新登录指定分类。我现在回头来想，天方夜谭。一年的这个期限，但是法在这里，我们就要努力去克服，努力来协助地方政府。你必须提出具体的行政措施、行政作为、权宜措施、过度的作为，请问你打算怎么做？我想我们现在最积极而且立刻要做的就是其实我要讲，我告诉你，连国定的古迹部分你可能一年内你都做不来了，更何况地方政府要因应这么多县级的历史建筑、纪念建筑等等。好，您回答。这是最大的挑战了因为既然法律定了那虽然我们在这个转换期会有很大的冲击，可是在地方政府我们就是鼓励他成立那个文资的专责机构嘛，那用补助的方式鼓励。好，那你就把善用你刚刚的3亿的方式来处理。是，但这个问题我觉得也不是三言两语你说的这么简单，我们继续会发了。好，下一个，时间跟经费都不够。下一个，现在有一个文化汇报的机制，请你善用文化汇报在内阁的机制，因为除了文化单位之外，散列在各个内阁各部会的，不管是国有财产署，不管是国防部的，不管是台铁的，所有的文化资产，他们本身
并没有编列相对应的维护跟管理预算。我看了新年度的预算是没有的。你应该善用文化汇报，赶快盘点，一致性的要求各部会都应该有增加编列预算，要不然最后都是你文化部要扛。这个然后还有专业的人员的训练。这也是文化汇报应该要做的一个重点项目，好不好？这是我第三点提醒。好，最后一个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第四点。虽然我们有很多租税、很多租金的减免，但是我们万万没想到，今年开始公告地价大幅调涨，在台北市的老房子计划。我们现在很多要签约的或者是已经签约出去的，大家都觉得当初跟我议定的租金不是这样，或者是未来我要承担的经营成本怎么又 double 了呢？因应公告地价的一个调降。来，最后下一页。所以呢，我举例来讲，我现在整理出来台北市的老房子计划，让民间的民力来协助文化资产的管理维护跟后续的活化再利用。我简单来讲，紫藤庐它原本一个月的租金是27万，因为公告地价的往上调，它必须增加到35万。你叫经营者怎么办？这跟当初签约时候的游戏规则不同。所以我具体的建议，下一页，下一页，您赶快文化部跟财政部跨部会来协商，我四种方式提供给您。第一个，文化资产坐落区的土地地价的评定其实是可以分割，不一样，不一定要跟周遭相同，让它在公告地价它不会，它就免除这样子的暴涨。第二个方式，如果你还是维持跟周边的地价一致的话，你可以使用它的分级系数，打折的折数要提高，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我这里书面资料我提供给你。好，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我的几点要求：中央坐困，地方坐困求成，坐困求成，中央不可以撒手不管。我要求因应新法施行，召集紧急召集你们11月才要召集的各县市政府的会议，盘点第一线执行的困难，因地制宜，各县市的状况不一样，人力物力资源预算要补强，该给钱就给钱。第二个，因应税制的调整，地价税的调整，协力这些民间经营的机构赶快跟财政部会商出一个有效的提供经营者一个合理适当的奖励或租金税金的减免。这是现在台北市的老房子计划大家碰到一个天上掉下来的，不是礼物，是一个灾难，就是这个地价税。拜托您即刻来跟财政部来跨部会来协助台北市的老房子计划，这个成功的计划是可以推动到各县市来适用，所以拜托我们一起努力，好不好？谢谢，不好意思，主席，谢谢。好，谢谢。我们在蒋乃熙委员质询之后，我们休息5分钟，好不好？我现在请许志杰委员。许志杰，对啊，许志杰，在你质询完以后休息5分钟，对。主席大家好，我们请次长。许委员好。次长好哈。本来是要请部长要要求的，希望次长能够一起来要求。好，要5秒钟，快问快答。来下一页哈。这个是什么地方？哇，这样看空拍图实在是看不懂哈，看不出来。啊，是哪里？这样子要叫次长看得懂，是不是也很困难。对了，是你进展的，后面有给你提示的。对，这边是陆军官校啊。对啊，这边是黄埔路，这边是黄埔新村。对啊，黄埔新村啊。黄埔新村。这边是东区，这边是西区。那之前呢？了若指掌。在4年前哈，本来这里全部要被拆掉。好，那我觉得黄埔呢是我们国家重要的资产。啊，所以呢，我们之前在3年前，我先把这区保留下来。那我们文资法通过之后，也要谢谢文化部。那我就打蛇随棍上。我们这一区呢，其实本来是只能留一半，现在我们把它全部都留下来。对，全区保留。现在黄埔新村全区保留，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凤山来讲是个喜事。
对我们台湾来讲也是个喜事。是啊。好，那文化部有帮一点忙啊，也要谢谢站在你后面的局长啊，就说我们现在黄埔新村啊要修复的部分哈，好，我们也要拜托啊文资局多协助啊。但是呢，我们想问一下次长的是，这个地方要如果要变成一个国家级的眷村博物馆园区啊。那文化部到底可以做什么？至少文化部在文资局的文资修复的技术上，啊，应该可以提供教育训练，或者那在经费的资助上，应该也可以扮演一定的角色。嗯，这一部分首先要感谢，嗯，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嗯，目前。我们把这个重责大任放在国防部身上，啊，那我从在上一届也一直在要求文化部，对于我们文化文字的保存，国防部真的是不在行，那你要寄望他来完成这件大事，他就是做一半拖一半，啊，最后又不知道他会怎么办。所以呢，其实我们一直非常的担忧，就说这个国家级的眷村博物馆到底有没有办法来完成？哦，那站在文化部的角度，难道只能被动的等待吗？鲍委员啊，文化部应该不是被动的等待。不过，如果委员允许的话，我说一下我们的价值观了。啊，我们是觉得说文化部的业务不能包山包海，有些那个各部会的专业历史的了解啊，各部会会比我们更深入，所以与其说是文化部接手，倒不如说如果国防部跟文化部一起合作的话，恐怕会更正面跟更有意义了。哎，我知道啊，那现在是谁要主动去？是要等国防部来开口，还是文化部可以主动呢？文化部可以主动啊。国防部可以主动，可以跟国防部来商量这个事情的发展。我就一直其实他已经被指定为文化景观了嘛。嗯，部长其实这个局长比较清楚了哈。嗯啊，但是呢，局长又不能自己做决定了。啊，所以我要的就是文化部跟文资局到底要站在什么样的角色？啊，目前来讲，啊，就是国防部请军备局，请眷服处。再做可行性评估，是这个可行性评估我一直都不满意啊，那我也一直要求国防部，一直要求眷村处说这个可行性评估真的是做不好，我也一直不满意的。但是呢，我文化部在旁边好像说那不是你主管的业务啊，局长也帮助我们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就在修复的部分是啊，我们文化部可以帮忙，这个我感谢，但是我就一直觉得说这个可行性评估出来的结果一直都不满意，文化部难道不能主动，不能帮忙，不能去改变国防部的想法，还是有什么办法？是不是请文化部一起来着力？这样子啊，文化部会一起来着力了。那尤其是我们现在在那个行政院的层次建立一个文化汇报啊，关于这样的主题，其实不管是黄埔新村或者全省的眷村，其实都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部分哈。我就一个要求是，国家级眷村博物馆，能够落实在黄埔新村，啊，之后其他的配套怎么做，当然需要很多专家一起来，但是就是一个眷村。国家级眷村博物馆这个部分，是不是文化部可以来在刚刚部长次长说的行政院汇报，有一个文化汇报是你们要提出来，而且你们有没有办法说哈，干脆哈你们来主导了这个事情，我交给国防部我一直都不放心。报告委员啊，这样子文化部一定会关心这个问题啦，啊，但是到底由谁来主导，恐怕我们要有行政，因为文化部少了一个观念，什么文化文化部都很重视，哦，客家文化文化部也很重视，对不对？原住民文化文化部也很重视，眷村文化文化部好像比较没有那么重视。没有啦，要重视啦，当然要重视啦，我的感觉是没那么重视啊。那我们就尽量多一点作为，让委员感觉有重视。我跟次长报告，也希望局长就是说
我今天问完，希望文化部能够主动去协调这件事。嗯，好，我们承诺我们会主动协调。嗯，这个地方是孙立人将军的部队所住的地方。这个地方是当时二次世界大战孙立人将军战胜在缅甸战胜啊日军100多次，然后整批部队移到台湾来，移师到台湾就在凤山的黄埔。嗯，啊，这个地方代表着眷村的文化之外，还是军事近代的文化。这是一个台湾重要的历史的地方，不是只是对我们凤山重要，是对台湾都重要。是，我现在一个人孤掌难鸣，对，孤城无力可回天啊！我在这边声嘶力竭，希望说这个地方国家级眷村博物馆一定要设进去。我看不到国防部的诚意，我看不到文化部一起来努力，所以我希望说文化部可以投入，好不好？是，那局长是不是次长？你说文化部要怎么投入？你现在有概念吗？还是要请局长先讲一下？好，你有，请啊。跟我们报告，实际上国防部他已经进行这个可行性评估，而且也快结案了。那个结案报告没有眷村博物馆了，告诉你了，你有没有去看了、啊？那是这样子，我想我们可能积极介入这一部分的话，我想我们就来我先问一下文资局长，我主动可以来去看看。我先问一下文资局长，你是文化最资产保护应该是最懂的了哈。是。那现在国防部这个眷村博物馆没有设进去，你觉得这样子的可行性评估是不是还有很大的改善的空间？我跟我们报告好，所以你放心好，因为这个前期已经变成文化景观了，它是已经文资法在保障它了，所以它不能够随便的一个破坏或者是改变它的刑法。这第一个。那我们当然也支持文化景观，我知道，我说眷村博物馆，对，他希望也希望变成一个眷村博物馆。眷村博物馆以局长的角度，你觉得恰不恰当？会不会让该地更好？会不会让台湾的军事近代史更好？当然是更好。会不会让台湾的眷村文化近代史更好？是是是，我讲这个是可以肯定的了。对啊，所以是不是局长你也看到国防部没有把这个放进去？包委现在有很多部位没放进去，如果全部文化部介入，我们文史局真的是没办法做啊。好了，你不用每个都注意，但是你这个一定要注意嘛。这个是很重要，我跟你讲，局长、次长。这个对台湾是很重要，如果只对我凤山重要，我还不敢讲话这么大声。这个对台湾都很重要，文化局没有发现说这对台湾重要吗？不赶快进来吗？有，我跟我们报告，实际上这一次风灾黄埔新村部分，我们也协现勘过了，也提供修复经费。这个部分我们来召开第一次协调会好了，对了，好不好？我们不论细节，我只要大方向、大原则、大格局。好，那次长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个啦，就是现在无形的文化资产哈，其实黄埔文化部可以先进去了啦，就是文资局怎么样去有个计划啊，有形的现在国防部在规划，无形的文化部主动总是没问题嘛，要做记录，对不对？是。那现在文化部从这个有形的去协调，无形的就主动做了啊，这样子是不是我们都可以并行不悖？那可以来加速完成。那无形的东西如果整理得更好，事实上他也会发现说，这个它的必要性更高嘛。是，是不是督促也帮我督促一下国防部，这个部分会更好，更需要。我想我们会不要用督促这个字眼，我们会跟国防部合作了。对了，你们当然要说合作，我要讲督促，是我要督促了。是眷村文化的记录，恐怕是我们要加强的。好，好，那这个部分。我现在正式希望文化部就是重视这个事情，将来如果结果没有设计眷村博物馆出来，文化部要负一半的责任。我现在正式在这边宣布，好，那这两个部分，国防部我在要求，文化部我在要求，我就是要看到这件事情最后一定要落实出来，好不好？我们收到这个讯息，对，是收到跟好是不一样的。好，文化部一起来负责，好不好？是 我想就是您所指导的嘛，我们会跟国防部一起来正视这个事情，然后一起来规划跟合作。好，反正到时候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完成，文化部要负一半的责任，我会继续盯紧要求。好，谢谢。
好，谢谢。我们接着请蒋乃馨委员质询过后，我们休息五分钟，谢谢。主席有请次长。好，次长请。是蒋委员好，来。等一下，那个徐委员刚刚讲的，你一定要重视哦。是。可是你不能只重视他讲的。是。我讲的你要不要重视？要要。好。是。我想宝藏岩啊，你去过吗？去过，去过。宝藏岩去过哈，是宝藏岩。原来之前你去过没有？你说还没有整顿之前你去过没有？恐怕没有记忆了。对，嗯，那个是那个时候当时叫做台北的吊颈岭。对，吊有这个说法我听过啊。然后市政府龙应台那个时候当文化局局长，嗯，把它变成现在的宝藏岩，嗯，现在就是艺术家驻村点，是还有一些文创的场所，嗯，对不对？是，所以这个就是要看我们今天政府对于这些列入文化资产的，我们有没有决心，我们有没有魄力，要不要去做？是。今天你的报告是讲说，文资法修改中间的重点，透过学校教育体系来实施文化资产保存教育。嗯，这个。是针对学校应该把文化资产的概念以及相关的纳入在课程里面，是还是说学校要协助文化资产的保护？我想还是两个都有，应该两个都有。可是我们恐怕现在更在乎的是那个文化资产的观念，嗯，能够变普及化，变成那个新一代的年轻人都了解而且支持的方向。就像当时台北市，嗯，垃圾不落地，嗯，他从学校开始宣导，开始做起，对，学校开始宣导，孩子们回家就跟父母亲讲，是，还垃圾要不能落地，要环保，嗯，概念是一样的，是。可是，如果学校不但没有参与，嗯，或者是没有好好的保存，甚至没有好好的保存文化资产的话，文化部要怎么处理？就是学校没有参与，我们现在就是希望积极透过跟教育部的合作，啊，把那个知识传播出去。那如果学校本身的文化资产没有做好的话，我们就要依照文资法是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来主管的方式来做行政的介入。因为照你今天的报告讲，是要罚则提高，对不对？所以你们要去处罚，是。请问一下，到现在为止你们处罚了几件？到那个新法制定，我们盘点了一下关于刑责的部分，我们处罚了有四项，那行政处罚有五项啊。好，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数量不多，但是具体有的有九项。好，那我现在放一张照片给你看看，这个有没有处罚？嗯，照片。那，我们立法院处罚不出来了。刚刚有秀出来，刚刚有秀出来，可是现在，这时间可不可以暂停一下？这是我们立法院设备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那个应该没有处罚，那个应该也是地方政府的权责。是的，嗯，就是刚刚您刚刚有秀出那个照片的话，好几张啊，对，给你看的。好，不过就是因为如果秀不出来的话，我今天有十张照片呢。嗯，不过原则上我刚看起来啊，应该是地方政府的权责了，主管机关在地方政府。很难了，像他这样如果垃圾了，那是管理不当，那是管理不当。好，好，是，是，好，谢谢。啊，我们现在就是有传统艺术的部分有那个课纲啊，其他如果说就这些一定要纳入课纲就好。
对啊。那是五年内的啊。这个资料是五年内的。也这是我们的那个你好，你好，对，我姓陈，对对，我比较跟那个自己对，还是也永佩，永佩，哎，啊好好，常跟他联系，是是，对对对，我们都在那个同办公室，对对对对对，哎好，这样谢谢谢谢，是哦 ，OK OK， 我在后第二个，如果平等他落选，传统上不敢。
各位请就坐，我们继续开会。那我们就弥补蒋委员，到六分钟了，弥补到蒋。是是是。六分钟。好，市长，谢谢。市长，请。是蒋委员。市长，因为没有看照片，你没有那种感觉。是。这个市政府已经认定为文化景观区。是。这个是在我选区的大安区的焕明新村，它整个的结构比宝藏岩还要好。当时我在这边也咨询文化部，希望文化部能够协调军方，能够好好的处理。那现在军方已经完全点交给台湾科技大学，台科大的，不处理，现在变成这种样子，本来好好的房子，现在都会变成这种样子。这就是我们的文化景观吗？这真的给人家看看，我们台湾所列入的文化景观是这副样子。依照文资法，所有权机关应该要去修复啊。是。对不对？是。如果依照我们新的法，所有权机关不修复的话，主管机关要补助啊。这个主管机关应该是台北市政府吧？这个地方不管是台北市政府也好，是中央主管机关也好，都是主管机关嘛，是，对不对？对，因为我们条文并没有讲地方主管机关嘛，他可以来跟我们申请，对不对？可以，是主管机关。本来当时我在咨询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地方是可以当时一个完整的一个眷村保留，是空军最完整的一个眷村，结果现在变成这样，你说可惜不可惜啊？对啊，是很可惜啊，就对，真的很可惜啊。甚至你可以拍电影都可以拍，是让大家回味当时在台湾的眷区文化。可是现在变成一个废墟。这个现在所有权人是台湾科技大学，台科大啊，对，是。好啊，我想我们会协调看他要不要跟我们申请补助，我们文化部来看看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一点改善。好，那我再给你看另外一个地方，这也是我大安区的选区，当时是一个被列为历史建物的日式宿舍群，刚刚吴世尧委员也提到过。紧盯日式宿舍群，你看看现在，当时也是要求土地是国产署的，当时房子是完完整整的，没有坏。现在事隔两年，对啊，最近拍的，前天拍的，现在变成这种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建物。主管机关在干嘛？所有管理机关在干嘛？等到要修复的时候，我们的历史建物已经不见了，已经没有了。记得当时青田街的日式宿舍群，大家在争取，地方政府也不认定。当时我记得有一句话，有一个居民讲了一句话，
因为政府说它没有到一百年，还不是古迹。当时居民有讲过一句话，没有八十岁哪来的一百岁。对了，你在八十年的时候你把它拆掉了，永远不会有一百年的古迹。是后来经过居民的抗争以后，所以才会变成青年街的日式宿舍群，把它列为历史建物。历史建物啊，对，历建。然后这个景丁区是因为青年街的日式宿舍群成立了以后，他们也弄一个自救会，比照青年街成立一个景丁日式宿舍群。这是当时一些日据时代的一些厅舍房舍留下来的，所以后来市政府也把它变成一个历史建物。可是列入了历史建筑物以后呢，不闻不问，主管机关所有管理机关不闻不问，就让它风吹日晒雨淋。现在一个房子变成这样，如果我们再不把它修复，没有了，就是一样刚刚讲的，没有八十岁哪来的一百岁，没有八十年的房子哪里来的一百年的古迹，这要怎么办？所以今天民众自发性的组织让促成了历史建物，可是政府来讲呢，两手一摊，没有钱，我没有办法管，然后让这个房子就倒塌掉。那民众是被政府管的。是报告委员啊，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文化汇报行政院的文化层汇报，我们会提那个国有跟公有机关啊，对于所属的古迹跟文化资产有管理维护的职责了。那关于这一点，我文化部会更主动的、更积极的来协调，然后请各单位负责，而且跟文化部合作。文化部，可不可以要求各地方政府全面清查？我们有没有类似这种状况？有，到底有多少？我相信清查出来会让你吓一跳。对，恐怕会很惊人了，数量。对啊，那要怎么办？您讲的文化汇报是总统自己在处理，我们文化部长只是执行秘书。是。没有钱，总统要不要重视？要不要拿钱出来？今年文化部的预算增加了，是增加最多的就是文资局。文资局，对，对不对？是。可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列入为历史建物的、列入为文化景观的，还被这样子的糟蹋掉呢？报告委员一定会改善了，因为我们明年的预算增加了，就会一定会执行，一定会尽力来做啊。很多事情，当然这个事情可能不能等，不过我们尽力做了。所以，当时青年街还有一些大学的宿舍，是把它列为历史建物宿舍群，然后呢地方政府又发照把它拆掉了，现在变成平地，然后将来盖房子的时候要弄一个意向图，这叫什么？所以我说这种思维的都变得很奇怪的一个思维了。是，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要趁着它虽然只有八十年，我们好好把它维护起来，将来就到一百年就变成一个古迹。所以有些单位他愿意花钱，像林务局在景丁那个旁边附近有几栋是林务局当时的那个，说他们对他们做的，他们就在修缮，是弄得好好的。可是为什么有些单位就让它这样子变成这样的废墟？两个相对一比照起来，真的是让人家情何以堪呢？是。所以市长，既然文资法新法成立通过了以后，赋予文资法一个很大的重责，对于文化资产的保存，今年文资局又增加了这么多预算，真的拜托一下，好好把我们的文化资产保存好了，好不好？是。好，谢谢鲍委员，我们一定积极来做。我们接着请中嘉宾委员。
主席，与会的委员先进，列席的政府机关首管官员，会场的工作伙伴以及记者媒体女士先生，大家下午好。那么有请次长，来，请杨次长。众委员好，次长好。你知道吗？很多问题我都问部长，但是我绝对不会问正部长。但告诉你，今天代替他来了，我倒是可以问问你。好，你知道什么问题吗？请说。你当过兵吗？当过兵。好、啊、，OK。陆海空军。哦，陆军。陆军好 ，OK、啊。我也是当过陆军哈。是。在台湾很多过去曾经有服役的经验的男性呢，我们都对于我们服役的时候啊，基地、营舍都有深刻的印象，对不对？是。其实刚刚前面几位委员都谈到，在他们选区当中有这些。我们记忆当中，在服役的时候曾经住过的营区啊，或是有些眷舍，它目前都具有文字保存的价值，对不对？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我们的部长郑部长啊，虽然他没当过兵哈，但是他说他四年内至少要投入新台币47亿元哦，要与全国文化资产的保存工作，要连结于土地和人民的历史记忆。是，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哈。是，次长你认同吗？我认同啊，不然你明天就没次长做了哈。对啊，他是我老板嘛。OK， 好。那么部长在9月24号南下到我们屏东来，我们的文化局长也陪同了。后面呢，这就是我们青岛街一个很熟悉的，就是眷舍将军屋保存的现场。对。但有个地方呢，我想郑部长可能没去过，但是或许你有去过。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在1919年，那时候我们都没出生。日本的陆军第8联队在屏东新建了当时亚洲日本在本土之外第一个空军基地。现在呢，这是目前我们439联队的现场，也就是每次蔡英文总统要到屏东视察，都会专机会在这个地方落地。我们继续看一下这个建筑物呢，你看这是在将近90几年前的状况，这是呢现在的样貌，你看维护的好不好？维护的很好，军方把它维护的很好。继续看，这是目前呢439联队10大队的办公室，这也是在1934年他们在那里拍照。日本陆军的航空队拍照的，你看这个建筑呢，完完全全一样。请看下一张，这是当年的双翼机，后面的机棚跟现在的机棚还是同一座。是，我们很难想象跨越时空的隧道，将近80年的历史哈，这些设施都保存得很好。再往继续下去看，这是当年日本皇家陆军第8联队它的大门。现在呢，我们屏东基地把它叫做光武门，看起来还是很像，对不对？后面局长一直点头，有这么去过？是局长有没有去过？最近没有，没有去过，最近没有哈。好，再往下一张。那么这是当年呢从空中拍的全貌，再下一张，这是比较近期内我们整个屏东看到的全貌。再下一张。好，这个不只是现在啊，我小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我们的空军机场，它有基地开放的时间，是，但是不能拍照。这当年呢，屏东女高以及屏东的原住民，哎，都曾经到这样的机场去看过，可见呢，这是一个符合部长所说的土地人民记忆连结的一个重要地区，对不对？那请问一下局长，是局长，你告诉一下次长，这个地方目前为止，我们文化部在几年前有执行过文资普查嘛？是。有没有进去看过？实际上我们在。6年前有进行产业性文化资产的清查的时候，对，那个是由专家学者跟国防部自己在清查，这国防部请国防部自己清查，是是，哎、啊，国防部有把清查的结果回报来了吗？是，但是好像没有把这个纳入进，没有把这个纳入嘛，因为那时候文资法还没有修嘛，对不对？ 是， 是， 是，来，次长，是，今天您的报告我觉得非常好，今天我们这个报告就是说文化部对于立法院教育文化委员会邀请部长。农委会来报告解决新版文字法上路后所衍生的争议，其中呢有一个50年以上的公有建物的处理啊，是要由该建物的主管机关主动的来进行评估，尤其遇到要拆除重建的时候，你会说这个不是保存得很好吗？只是没有给他文字身份的认定啊，目前应该没有问题吧？空军对他的营舍维持得很重视，是，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不是问题，一个即将来的。我们的三军统帅蔡英文总统他说他在1天4到2个营区之后呢，他说3年内除了要提升国军的装备之外，还要整建营舍，必须让我们的官兵有现代化的营舍可以居住，所以呢要求啊国防部要加速老旧营舍，不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些已经没有人在使用的那些眷舍哦，这几个地区呢的国军营区他特别注意他的生活环境，
他说部分国军基层部队的营舍实在太老旧了，要进行整建。1919年盖的营舍，现在看会不会老旧？一定老旧，一定老旧了嘛。对，那国防部万一改建的话，把它拆掉的话，那文化部会不会事后跳脚啊？不，这个不要事后啊，因为我们15条就定了，说它超过50年了。是、啊，可是超过50年的，你知道在台湾有多少吗？哦，非常惊人。我们看一下哈、哦。这全国的营区总数量哦，这些营区不是眷舍哦，这些营区是国军现在在使用、曾经在使用或不再使用的营区，一共有2168处。施局长看了有没有觉得他昏倒了？我想你还没昏倒之前，国防部管这些营区的人要先昏倒，因为他刚刚听了我们杨次长的话，说你主管机关要怎么样？要做文化资产价值评估。价值评估嘛，对。国防部目前为止有没有来请教一下文化部说，说这些营区怎么办？怎么办？要怎么做价值评估？超过50年，我就要做价值评估，哎，怎么办？不，这个首先有一个观念要厘清，就是有分层负责了。是地方政府的文化单文资单位也是主管机关，好，他们要协助。地方政府的文化主管机关要协助，对不对？是。我告诉你，很多人在帮忙地方政府来协助。就是很多热心的文史工作者，像刚刚很多图片、啊、都是我们屏东一位文史工作者叶庆元先生提供的、但是他们有一个限制，他们没有公权力，他们不能靠近什么要塞堡垒啊。这些营区如果是已经没有使用的，他经常绕过去进去看一看没问题。现在还在使用 的，我以屏东空军机场为例，439联队随便可以进去吗？市长，你没有公文你可以进去吗？没有办法。对，那更不要说文史工作者啦。局长进去过没有？也没有啊。是啊，那这个时候怎么提报呢？也就是说，地方政府他会去协助遇到了这些现在正在使用的军事基地有实际上的困难。所以呢，我这边要特别提出来，我们看再下来啊、哦，就是说文化部啊，拜托你们来主动协助清查。我刚刚讲的那个439联队，也就是日本前哦陆军航空第8联队，他这个基地呢，不要说我们台湾关心啊。就在9月份的时候，有一位日本人，一个男士，他叫金子先生啊，他在日本专门从事台湾的这些历史建物的调查，还出版，明年3月份有本书要出版。他特别从日本赶来，9月份的时候要去营区看，他说要核对一下他手中的照片资料跟现地符不符合。你觉得这位日本人有没有进入到我们的439联队空军基地？恐怕他要申请吧、恐怕连申请的资格都没有，因为他是外国人。是不是空军基地可以让外国人看吗？那文化部要不要协助啊？如果他再来的话，文化部愿不愿意帮忙协助他可以到里面去看一下？既然委员在这边 提醒了，我想文化部可以提供、必要的协助了。好，但是我今天的目的，诚如今天很多位委员为自己在选区内看到的具有文资潜力的这些建物请命之外，是我今天特别要告诉文化部说，这个不是只有各选区，因为老旧的眷舍地方政府文化局处可以协助，但是呢，遇到了这些具有要塞堡垒身份的现有的军事基地，恐怕地方政府爱莫能助。希望中央政府呢，透过跨部会的协调，文化部直接来协助。第一个，你要告知国防部说，文资法改了哦，你有这个义务哦，但是技术上需要、知识上需要帮忙的，赶快提供。因此呢，我们发现，而且这个有迫切性，因为三军统帅已经下令。要求国防部呢，赶快的来改建。所以我要告诉你，刚刚2000多处，2168处啊，要先看哪里？不是去看那些报废的营区，应该去看什么？军事要在堡垒里面，那些现在有官兵在住的，可能超过50年了，要改建的，赶快去看那些好不好？是。那我们先看一下文化部呢，你目前呢105的预算呢编了这些，是106也编了。好，虽然呢经费呢有限。但是我希望说，你们在明年度呢，能够在编列的预算当中宽筹经费。好，我想国防部呢，他缺的不是钱，国防部缺的是对文字法的了解，是跟对这些历史建物优先顺序的评估跟掌握，是好不好？所以我两个建议哈，宽筹经费对全国使用中的军事基地进行一个普查，帮助国防部清查有文资潜力的这些地点。再来呢，就拜托个案，屏东县。这个日本啊，前陆军第8联队的飞行场，可不可以帮助？就要去了。局长，你要告诉次长什么？要跟我讲的吗？次长有什么要
就是答复的吗？他说关于您提的这个个案，我们十一月九号应该就会。今天就是今天，他们正在这么巧现刊哇！你了解我心里的明白，很好。先生，我参不去了。有陪有请平东先生，我去了嘛哈。是。所以呢，我希望呢，不是只有这个个案得到重视，不是个案了。所以市长，你要给我一个总体的答复，请您表达一下意见。我想，首先啊，就谢谢委员的提醒。我想今天也有很多委员提醒了，恐怕国有跟公有的建物啊，超过五十年的，是刻不容缓。那文化部一定会善尽职责，先通知知会那个各部会关于文资新法的内容跟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我们也会跟各部会合作来清查，特别是国防部，好不好？好，因为国防部他们对这个部分的认知比较不足啦，是也需要你们协助。是，谢谢。好，谢谢。这好，我们接着请陈怡明委员，我们八分钟。好，我们谢谢主席，是可以请一下杨次长。次长请。还有那个施局长。好，局长请。好，好，陈委员好。好，次长好，午安哈。啊，午安。好，谢谢。那本席呢，今天就文资法这个上路后所衍生的一些争议，还有一些可以做一些协助的事情，是来就教育我们次长哈，请放下一张。我要讲一下这个高雄这个我们旗山太平商场的这个事情了哈。那这个是当年啊，民国四十五年的一个工程的报告书。其实旗山的太平商场当初会建立，就是为了要当地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旗山镇的镇长，他想要繁荣当地的经济，比照在这个盐城区的这个新爵江商场哈，他也要做一个就是在沟顶大沟顶的商场，所以他就是号召了当地的士绅，每一户拿出15000块新台币。当年在民国43年、44年的时候，15000块是很多钱的。是我妈妈在林州国小当小学老师，一个月的薪水不过就500块了哈。所以当初其实是大家众志成城，33户。总共花了将近60万新台币。高一在当时，我们的杜聪明校长哈，他去新建的时候，不过募款就是募了100万，哈，100万，他这边就花了60万新台币哦。所以当年其实这是很大的苦心了哈。但是呢，好，下一张，我们的陈局市长，他之前呢，在一年多前就说，因为要整治水患，因为要什么环境的改善，所以呢，要拆我们太平商场。本席在7月2号的时候接到这个当地住民的这个陈情，所以在7月11号在立法院我们召开了一个协调会，协调会邀请了这个我们的营建署还有水利署的官员来，好，请放下一张。那我们也接了他的这个陈情书，好，下一张。那在这个协调会的里面呢，因为当陈局他要拆，是说因为这个是太平商场盖在这个2号沟上面，2号沟，所以呢，陈局又跟这个很多的市议员在咨询的时候，高雄市议员其实刘新正议员咨询了8次，他就告诉他说，因为我们有拿到政府的预算，要来整治水患，因为在这个下游的地方有水患，所以要整治2号沟。但是大家知道说，其实旗山淹水不是在上游2号沟的地方，是在下游5号沟的地方，而他上游他要去整治，想想看，要整治一个水患，一定说要拆商场才能整治水患吗？一定有别的策略吧？我觉得这是完全是优先顺序搞混。不管怎样，我们那天协调会的时候，营建署后来回去之后给了本席一个公文了哈。这公文就提到说，其实啊，高雄市政府根本那个要整治二号沟的计划书还没送上来呢。那是口头答应的，而且他们不晓得有这么多的争议，尤其是在文化资产保护的争议，所以呢，他们决定不补助这4000万了。所以不补助之后，就给本席了一个这个公文。那我们就把这个公文呢送过去，送到高雄市议会。但是很可惜的是，下一章，因为我们高雄市政府的文化局啊，还有他的水利局，马上就在电报条啊就大一个贴个公告说，我们虽然没有水利署的这个4000万，我们还是有拆房子的钱。
我们还是要拆。所以呢，本席就在7月16号到高雄市的旗山，我们办了一个商场的一个太平商场的协调会。在当场呢，我们跟高雄市文化局的副局长还有他的顾问呢，就这件事情我们做一个商量。我们是说有没有可能能够以保留商场为原则来整治水患？那你现在水患既然没有预算，是不是可以先去整治你这个5号沟，你不要来整治我们2号沟？好，下一张。但是他们还是要拆，所以本席在7月18号晚上陪他们，他们有一个党拆音乐会。好，下一张。甚至在凌晨的时候，这是当地著名几个年轻人，他们都是居住在这边的年轻人，100多个、不是只有老人家，也有年轻人。好，他们回乡，然后其实是希望振兴当地的一个文化的脉络。好，所以等一下我给次长看一下这整个文化商场，他们整个太平商场的一些过程。好，看下一张。那就在这个时候呢，本席很高兴地发现我们的这个教育文化委员会三读通过。那天其实我在办公室里面看到三读通过的事情，我马上冲到议场，因为我说谢谢所有在场的，好，包括我们陈学圣委员，因为三读通过后，我们有了一个尚方宝剑，就是这个文资法的这个好来帮助这个，因为这个已经盖了快60年，超过一甲子。你们文化资产保护法有讲嘛？就所有的这个，只要超过50年以上建物，如果要做拆除，一定要先做一个估价，对不对？一定要做一个资产的估评、价值评估嘛。那但是在高雄市文化局，他们都没有做这些东西。好，下一张。所以呢，我就拜托我们陈学圣招委，他也真的是很热心，而且带着我们的司局长一起到高雄旗山。当天其实也办了一个会刊，上面我们看到，谢谢我们的那个招委也在这边，好，我们司局长也在做。那我们在做这一个商场考察之后呢，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商场的情况，这个相较于刚刚我们前面几个委员，尤其提到有些已经是很破败的状况，其实，太平商场下一张，它其实整个的样貌，他们其实是希望，他们的诉求是原屋保留，他们希望能够做一些记忆的传承，他们不是要这个拆迁费，因为拆迁费谈不拢，在那边抗争，不是，他们是希望能够继续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其实就在旗山老街，这整条从北到南，北的这边接的是天后宫，南的那边接的是土地公庙。好，下一张。当年33户在上面，民国45年的时候，这是他们这个其实是当初这个是先平戏院跟那个旗山戏院连接两个戏院，一个是放西片，一个是放国片。大家其实看完电影都是跑来这边逛街。曾经有人说，我要如果要嫁女儿的时候，嫁妆来这边买，来这边采购就有，什么店都有，有金饰店，有什么皮箱店，什么都有。好。钟表店当然也有了，布店也有，所以你看到说我画出来的是还保留的，60年来还存在的店，更不要讲说有一些，虽然说当初南松饭店不在，但是现在他们还是经营茶行。好，下一张。太平商场的剖面图在这边，其实有人讲到说这个是有危险，其实他们当地人就讲说有危险，我怎么会住在里面。当年其实要盖这个东西，那个工法是非常细致的。好，下一张，请放下一张。其实整个的模具化的这个拱形的结构，再重视安全无虞。下一张，而且呢，你看到它下面其实水是清可见底，我们去看的时候还有小鱼在里面游。好，下一张。它的整个的风雨廊道，33户其实有4个风雨廊道，风雨廊道上面的这个你都可以清楚看到，它用的这个屋梁是 hinoki 的，是块木的屋梁。听说还有人在那边觊觎说，如果将来拆的时候要来买这个屋梁。好，下一张。他的工法，整个的屋顶的工法其实都是有闽南的整个的马背的这个工法。好，下一张。虽然我不懂这个了，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说，好，在接下来我给大家看一些照片。这是元昌布庄的老板张文贤先生，老先生，他已经80几岁，他还固守岗位。他卖布给谁？实践大学的这个分校的学生，服装设计科的，他坚守在那边，每天在那边还在卖布。好，下一张。
南松大饭店的老板娘也还在，她带我们上去看，你看她地上的地板，她的地板还是榻榻米，是旧的小小块的榻榻米地板，旁边都是 Hinoki 的，而且你看到有窗户，窗户我们坐在那边，你可以想见说当年，下一张，他们还在经营的时候，你看大家是习作，这是不是很像那个紫藤庐啊？而且坐在那边你可以看得到的是从这个街道经过的，因为在二楼，他你看到从街道经过的人，可以想象当年在这地方真的是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了。这个老板娘还保留这些，好，下一张，大昌皮鞋店，这个技师他还在那边传承，但是他说如果你要拆我房子，我怎么可能会再传承这个技艺？所以刚刚何新存委员讲说，工匠技师已经凋零，这边有技师有工匠，但是他们那个 setting 那个环境要被拆掉，你觉得这样真是情何以堪？好，下一张，新影印房，这个新印房刻印章的，那给婚礼太太刻印章嘛，男女双方都刻印章，他的妈妈就是我们邱莹莹委员的姑婆，他会做什么？会做日式的和服，这些都是老的这个工匠，他们都在这里耶。好，下一张，好，所以其实面对这个状况，不是只有房子好要保存，其实包括居住在里面的工匠，这其实是对我们的文化资产的保护是非常的重要，但是现在面临的就是要被拆除的命运。好，下一张，好，那我们其实非常感谢，现在我们文化教育委员会通过了这个文字法，总统也三读通过，但是呢我们也去会刊，谢谢学生委员，但是现在问题是一样的，当他这个太平商场再把这个资料送上去去诉愿的时候，去 petition 的时候呢，结果陈局他们的文化局照样是说我们之前四月已经去审查过了，所以照样要拆。下一张，所以我就要问我们的次长，是文字法通过之后施行细则还没出来，这个资产还没办法做估价，他们怎么可以讲说他们已经审查完了呢？是，所以现在的确就是您说的，现在进入文化部的诉愿程序中嘛。对，那我们也准备接受了，所以十二月要召开诉愿委员会嘛。十二月，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我们的局长讲一下好吗？现在状况到底到什么地步？现在因为这个已经提这个诉愿委员会，对，那我们已经文化部已经接受这个案子，然后之前已经请他补一些资料，对，就我们诉愿委员会是十二月初的时候会召开。好，谢谢，是不是可以把资料也借给也给本席做一些参考？好，下一张。哇，资料也是差不多。好，我再一分钟，不好意思。送去。那我要讲就是说，之前就在九月的时候，好像文资局曾经针对这个北投的中央制片厂，曾经针对他这个摄影棚要做这个事情，也是有要求他们要暂停嘛，是不是有这个案子？我们那个施局长，这个是台北市审议委员会在审议的时候，对，那因为没有做决议，那就有人问我说啊，这个审议委员会没有做决议，那现在身份呢？那我说没有做决议，就表示还在审议当中。那一审议当中的话，依文字法第二十条就是暂定古迹，所以你们现在把它暂定古迹嘛？是嘛？是。那我们有没有可能针对我们太平商场也是可以？照样办理，可以暂定古迹，其实这也是学生委员那时候建议的。是，可是我们已经行政指导过去，他们一直认为都已经完成这个程序了。现在问题是他们一直完成程序。你们是他们的指导单位不是吗？你们是高雄市文化局。是，所以我们发了三个公文去，但原则上你们已经给了他三个公文。是，那他们不愿意。他们都有回应的，他们说有处理的，也就是他们已经有作为了。所以他们不听你们的话。下一张，他们的前者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东西，所以我现在要拜托一下，他可以行政救济，可以行政出院的，要善待每一个文化资产呐、啊。如果你们今天文资局可以打脸柯P，为什么不能打脸我们陈局？难道是因为他要来做你们的长官吗？这是严肃的问题哦，是不是可以请我们次长好好回答一下？是，报告委员哦，这个。文化部有文化部该散尽，是当然啊。文化部有文化部该散尽的职责，对，我们要捍卫文化资产，这是我们的工作。是，所以关于这个部分，我们一定会散尽我们的职责。所以是不是可以？有没有机会可以请我们可以请次长回去跟部长报告，请郑部长严肃的告诉我们陈局市长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子做，因为这样子做，好东西拆了就回不来。
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如果现在明明是应该暂定文化古迹的，就应该接受文资局的建议，暂定文化古迹，等待这个夙愿之后再来。要不然的话，现在在太平商场的这些人，老弱妇孺，每天都睡不着觉，每天还在担心会被拆，这真是情何以堪。我们是不是请次长帮忙能够带这个话？是，我一定把这个消息转达。谢谢，谢谢次长。好，谢谢陈委员用心良苦，比我们本委员会讲的时间还要长。对对对对对对，但用心良苦啊，要用心良苦。还有最后一个是我了，没有关系，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姚文智委员不在啊，本席咨询哈，不是。我就简短一点，不要耽误。我看你的表现了、啊。那我就接陈永生委员的好了。好，谢谢主席哦。好，次长还有本会同仁，大家好啊。那次长还有局长，请局长您在那边站很久哦。好了，我们请次长跟局长。好吧，就接刚陈委员讲的这个，难道是担心陈局要来做行政院长，所以不敢得罪长官哦？不可以这样子了。这个我们不要做任何的政治联想，但是我希望文化部要做一个文化大部，这是我们的一个期待，不是只有预算增加。是在行政魄力上面要增加，那今天已经很多委员都提了相关的议题了。那我几张照片大家也都知道。那么我们今天要谈的几个都发生过了一些争议，包括接下来这个竹山防空壕，当然我都去过了。然后接下来达高定啊，这个我们刚刚陈委员所提到的。然后接下来台大医院啊，刚刚也提到的锅炉房被拆的事情，台铁台中救护社还好，刀下留墙，只拆了一面墙，后面就留下来了。好，接下来台南旧市场也是拆了一半，停下来。好，这个完全拆掉了，新竹市把它全部拆掉了。再过来台北西站 B 栋，现在已经拆了一栋，剩 B 栋跟三井仓库，那也是看文化部接下来怎么样介入。再接下来彰化和美宿舍，也全拆了，拆到剩一点点了，所以说没有保留价值。然后接下来，这个凤山市它是因为消防的问题而失火。好，那大致上，我就简单放这几张是回忆今天我们那么多委员质询的。那我要回到今天的重点，就这次文字法修法，那修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条文，也是今天所有委员都关心的，就是包括，公有建筑物超过50年以上要做文化资产价值评估。您知道这个条文通过有多少委员在背后？有他的一些用心，因为我们呼应了很多文史工作者，因为现在最会拆这个我们可能成为历史建物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政府。尤其利用我们文资法修法前通过之后，文化资产价值评估还没出来，这段时间就拼命的去拆，然后都以说他不了解法令，甚至我都怀疑昨天这一个台北郑州路台铁宿舍失火，烧掉的全部都不是历史建物跟古迹，哪有烧得这么巧？次长，是，我都不知道放火可以放得那么精准。次长，我希望是文化部好好去重视这个公有建筑物超过50年以上，包括中央兵委所提到的，我们这个军方不能进去的区块，所以我希望文化部硬起来，原因是说。现在我们需要争取就是时间，用时间来证明说我们是对的，我们站在历史正确的一方。可是我看到文资局8月25号这份公文，我是有点难过跟遗憾。我们跟很多的文史工作者都讲，在新的文资法修法之后，文化资产价值评估这一个相关的准则还没出来，应该。这个地方政府不敢去抢拆任何超过50年以上的公有建筑，包括军方在内。可是我不知道我们文资局为什么在8月25号给了一个文，就是同意在我们文化部还没有征地文化资产价值评估相关办法之前，可以请各直辖市就相关底下的一些办法参酌办理。他参酌办理的是依照文资审议的程序去办理，第一个就让我觉得我们在便宜行事，在放水。尤其去太平商场这个案子当中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高雄市文化局在那边讲说我们已经完成文资审议，我就明白告诉他说，我新版的文资法出来，我的文资
价值评估还没出来，所以你要重做一次，因为你还没处理，还没拆。所以回来我就跟市局长也特别请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这个原则。其他很多地方，包括我们刚刚拆掉的，不管台中的台铁宿舍，或是彰化和美的宿舍，包括台大的，包括现在台北西站，他们就是因为有这份函，所以就可以便宜行事，就在文化资产价值评估办法还没出来之前就偷跑。我们就是因为对过去我们的文化资产审议我们有意见，所以我们才用文化资产价值评估，希望另外筑起一道防线，保护这些还没列入历史建物的这些我们认为值得留下来的老建物。但是我们这个公文里面除了放水之外，我们还希望说，当如果地方文化局你要做文化资产价值评估的时候，你一定要请相关当事人一定要到现场，应该一定要是。结果我们竟然没有请当事人可以到，而且对于文化资产相关专家或相关类别的文化资产审议委员，我们是得邀请而不是应邀请，怎么可以双重放水？怎么可以双重放水？请那个市局长，难道我有误解公文吗？不是，是是，局长，我很信任你，我一直很支持你，我也希望你做署长。是是，我不要叫你准署长，我叫你署长。跟委员报告，我想第十五条一个基本的条件是公有建物，我想委员应该也同意，对不对？那公有建物讲的是管理机关，我管理机关要处理我满五十年的公有建物的时候，我要请主管机关，也就文资的主管机关来评估它有没有价值。那评估价值，他为什么要请他来评估？我们在文书上讲的就是要处分，处分有两种，一个是法律的处分。什么叫法律的处分？就是买卖。如果你要卖给别人的话，你要请他看他有没有价值啊。第二个就是你要拆掉，事实的处分，那有没有价值啊？这个东西我要跟委员报告，这个是公有管理机关提出来的，所以我们请主管机关做评估的时候，这个所有人管理人都已经在场的，你知道吗？现在就跟文字工作那边没有关系，现在是等到说主管机关评估有价值的时候，第一个管理机关他不能受任何处分。就应该有价值。那有价值的太平商场主管机关太平商场文化资产委员会去到现场的时候，连当事人都没通知。这个、我讲的就是强调这一点。这个 是地方政府的一个。我要跟局长讲的，就是因为现在地方政府，我就跟你讲说，从北到南，大家为什么可以不理文化部？就是文化部你给他开了一个便门。如果你今天，我今天会通过一个临时提案，我会。希望所有的委员支持，希望依照文化资产保存法新通过的法令，所有超过五十年以上公有建筑物，在我们文资价值评估这个相关办法还没出来之前，超过五十年以上的公有建筑物都暂时缓拆，这个免死令，局长你可以支持我吗？这一部分我们稍微修改文字啦，大概我想我们可以做行政指导，依照这个立法院的决议，我们可以发这个公文，但是我们是建议的角度，因为这个是地方实权，因为我们文资法实际上它是有地方分权，它不是中央集权的概念，它是地方分权的概念。局长，文资法我刚修啊，我知道，我的想法跟你不一样哎、欸，不一样，我有点误会，我当时修法通过是希望给你中央集权哎、欸。现在很多就是我跟你讲的很坦白，很多就是因为地方自己审自己的，当地方的县市长决定要拆，文化局请来的委员就不敢说不拆。是，所以我们在文资法第六条，这不分蓝绿哦。对对对，我们在第六条，在各蓝绿县市都一样，回避的动作，连那个大沟底 有规划，连地方民意代表都不敢来声援。我们可以，你知道吗？可以做到这种程度。那个文资审议委员，我在想说，你们怕什么？是怕以后没有人请你吗？所以为什么我们希望说，在这次文资法通过的过程当中，虽然没有一个二级二审，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在地方，就是有一些偏差出现，所以我才希望说，文资局文化部，你要成为一个大文化部。是。当那么多文史工作者，当那么多委员提出这种意见出来的时候，希望文化部你成为一个文化大部，而不是只有预算增加。钱永远补不足，但是你不要把文史工作者的热情浇熄，是是，好不好？这一点我特别拜托。是是，所以待会我这个提案，请文化部一定要支持。其实有分二级制度啊，我们还是有一个诉愿跟救济的管道。那来不及了，很多都拆了啦。所以市长是，如果有问题发生的时候，你就善用暂定古迹，
最起码抢他一年的时间，让我们这一年时间可以争取更多的证据，这是我一个期待。所以公部门如此处理公部门的五十年的建筑物是这样的时候，我特别最后举我们大溪发生一个案例，之前我提过类似，但我希望次长能够协助类似这样的情况，这我们大溪算是我们大溪桃园的光点，原古本铺，我做文化局长之后开始协助，谢谢文化部给了他们4000万的修复费用，整个屋主非常配合，但是因为我们的预算分配，这个所有权人必须要分摊10%，争取了4000万，他叫负担400万，对，他已经跟家鲁的长老都讲好了，说大家一起来维护，好，他们所做的这个都是属于艺文活动，算是我们大溪的光点，根本入不敷出，现在还要付400万，行政的规定，我心里很难过，就是说，当私人这样如此的把老宅提供出来做我们的一个公部门的类似公共空间，可是竟然一个修复。文化部的好意竟然造成他的灾难，所以我们并没有讲一定所有权一定要分摊，但是我希望部长次长回去研究，如果所有权人未来在修复之后愿意提供很大的一个开放空间，我觉得就让地方政府跟中央政府来承担，好不好？我这一点很大的拜托。我们来研究一下。我曾经在龙潭就有一个江夏堂，那个黄老师双眼失明，最后他还要负担150,000的修复费用。他已经没有钱了，到他遗憾离开人世的时候，房子还没办法修，所以我希望这个制度多给予一个修正，好不好？我们再研究一下。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我们今日登记。质询委员进行发言完毕。另外有吴志扬委员、张廖万建委员、苏乔慧委员提出书面质询，关于今日下午会议做如下决定：一、报告及询答完毕，委员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并刊登公报。对委员质询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委员者，请相关机关于2周内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但委员另行指定期限者，从其指定。现在处理临时提案。那么今天有委员提出4个临时提案，那我们现在先第一案，好吧？临时提案，第一案，活络艺术产业并非仅止为文化部的责任，而是应该以多方合作的方式来共同创造。因此，文化部应主动邀请地方县市政府，并与民间单位合作，将地方与民间资源进行整合，使能让艺术交易市场有良性的发展。原请文化部邀集目前艺术博览会举办城市如台北、台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就艺术博览会如何结合县市政府与民间单位资源，拟定相关计划，并向教育局文化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提案委员陈学胜，联署人委员黄国书、李立芬、柯志恩。先宣读完好。继续先宣读完。先念完吗？刚刚念一念嘛，现在人不够啊。对，人不够。第二。自新版文化资产保存法上路以来，已有公有建筑物逾50年者，主管机关应先进行文化资产价值评估，但如何评估以及相关施行细则目前尚未定定，导致许多文化资产面临拆除等棘手问题，因此建请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依文化资产保存法第15条立法精神，在文化资产价值评估之规定未定定前，所有公有建筑物逾50年者皆应暂缓拆除。提案人委员陈学胜，联署人委员黄国书、李立芬、柯志恩。第三案，文化部自102年起开始推行艺术银行，为目前艺术银行经由作品增建、作品出租2项服务项目，对艺术市场的活络并无太大的注意，也未达艺术银行朝自己自主经营可能性。参考国外艺术银行营运案例，如果让艺术银行永续经营，文化部应在一个月内邀请专家学者、艺术家、民间团体等，就艺术银行未来的定位与功能、目前营运状况进行探讨与重新规划，并进行法规办法的修正。研讨结果于2个月内以书面报告送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让艺术银行真正成为提升国人美学素养、协助艺术家开拓推广永续营运的目标。提案人委员陈学胜，联署人委员黄国书、李立芬、柯志恩。第四案，
因为国防部将加速老旧营舍整建计划，整修太建老旧营舍，以提升国军官兵备勤待命的居住品质。可以预期，未来国防部将会大兴土木，然而文化部也必须未雨绸缪，预防其中可能具备文资保存价值的建筑营舍遭到拆毁，故请文化部提具计划，对全国军事基地进行补查，协助国防部清查全台军事基地等营区内具有文化资产潜力的建筑营舍。提案人委员钟嘉宾，联署委员蒋乃馨、许志杰，宣读完毕。那个柯委员马上就过来了。那对于文字部分，有没有要先修订的？客人到了，马上就到了。柯政委员马上就到了，路上过来了。我讲的是很严肃的事情，如果今天留会的话，文化部的预算我就会严审，好不好？好，那我也不为难钟委员了，因为钟委员有他为难之处，好不好？那报告委员会今天下午议程处理完毕，现在休息，谢谢各位。文化部今天的作为，请给我记着，好不好？谢谢。